大家来到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哈。然后稍等一下。好的，对，我们其实主讲人也已经在线了，但我们还是会等到这个十分钟之后，我们七点钟正式开始。我看到也有差不多将近100位的听众也已经在线了。那这一次是我们像以前一样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是Matters 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课系列讲座的第四讲。我们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8讲的内容，然后这是我们的第四讲。第四讲的内容也是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上一期的最后一讲。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座有8讲，其实分成前后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比较偏实用的技能，叫做自由工具包。那第二个阶段比较偏是一些更加思想性的讨论，那我们叫它自由读书会。今天是我们自由工具包的最后一讲，主题是在讲这个个人的知识跟资讯的管理，就是你怎么样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知识跟资讯摄取的食谱。那方可成是我们今天的讲者，我这关于今天的内容跟我们整个这个系列的安排的一个简介，我会在7点钟开始的时候会跟大家再次 brief 一下。那讲座开始之前也是提醒大家一些很基本的规则，就是相信今天来的大部分的朋友，绝大部分的朋友应该已经是 Matters 讲座的老听众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也已经是 Zoom 的讲座的老听众了。然后还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进来的时候记得更改一下你们的这个登录的用户名，因为我看到还是有个别的朋友有用真名的。当然如果大家不介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你不想暴露自己的隐私的话，那请可以更改一下自己的昵称，让尽量让别人不要认出你吧。然后在讲座过程中特别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边讨论跟提问和讲座有关的内容，但是跟讲座内容无关的信息请大家尽量不要在聊天室里进行长篇大论的这个讨论。那如果有跟讲座内容完全无关且干扰到其他人讨论的这个刷屏的言论刷屏的行为，我们的管理员会移除，为了维持在聊天室里尽量是有效信息的这个相互的传递。所以说这个部分也是请大家留意一下。然后跟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讲座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个是自由课的第四场嘛，那前面3场分别是不同的内容，然后其实每一次的侧重点都不太一样，然后听众的来源地也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前2场其实来自香港的朋友会特别多，那我也很好奇，我相信讲者可成也会很好奇，我们今天的这场的听众会主要来自哪儿。所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其实可以请大家在聊天室趁着现在这个还没有开始的时间写一下你的坐标和年龄，如果还方便的话可能写一下你今天最想听的内容是什么。方便的话请大家在聊天室里写一写，那这样的话不管是我还是讲者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都会看到，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大家的内容来进行调整。对，方便有人写爱情，请问是怎么回事，想要听爱情吗？有人对，很多朋友在写，记得写一下年龄，如果方便的话记得写一下年龄，除了地区之外，因为我也很好奇可成老师的这个听众跟粉丝都是什么样的年龄群。对，真的有人写爱情，这个写爱情的朋友请问你想听的是啥。好的，这个 难答的问题等一下交给方可成吧。好，然后另外就是稍等一下哈。对，看到很多是真的蛮年轻的，应该非常多的现在还在念书的大学生，那也特别好了。就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课或者这一整个系列的课都特别希望，我自己也是看可成的这个新闻实验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这媒体食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专栏，他之前会邀请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去写自己的这个信息摄入的清单，那他自己从事新闻到教授新闻也有非常多的心得，
我私心也认为这件事情，如果要学的话，或者要建立起这种 mindset，真的是越早越好。所以今天来的年轻朋友特别多，这个真的特别让人开心。然后在正式讲座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小事情，就是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听说过 Matters 的话，或者是还没有注册成为 Matters 用户的话，可以尝试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登入 Matters.news 注册成为用户。那我们会收集今天晚上12点之前新注册的用户名单，然后我们的相关的未来的讲座信息，包括这一场的讲座的信息跟 PPT，其实都会主要是讲座的信息，其实都会发送给在这个时间今天晚上12点之前新注册成为 Matters 用户的人。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并且想要获得未来更丰富的这个演讲资讯的话，可以尝试注册一下，非常简单。那Matters 是一个横跨两岸三地的一个跨区域的华文的创作平台。那这个创作平台的其实核心是它是一个架设在去中心化网络上的，然后希望能够以最小的干扰，然后帮助写作者最自由的创作。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创作者带来，一方面是更自由的创作环境了，更自由、更安全的创作环境，你写的东西不会被删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给创作者带来更加可观的收入。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上线了这个支持功能，已经有挺多的独立记者跟独立作者，尤其是蛮年轻的独立记者跟作者，其实透过 Matters。发布自己的写作计划，然后赢得了挺多的社区奖金的。所以这个部分，在大家尝试建立我们讲的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课，其实我们自己有一句 slogan 叫做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那这也是我们一整个讲座的系列和一直以来的讲座里，其实都蛮希望贯彻的一个理念。因为写作是一个最小单位的，你跟自己对话，你跟自己思考，然后你向外输出的一个，几乎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最不受控制的最小单位的努力。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非常希望，如果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注册了 Matters 的会员，不要只是拿到了方可成的 PPT 就算了，然后其实真的可以尝试在这个社区里写下你比较真实的声音。那当然做好个人的信息保护好。如果你有听过我们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自由课的第一场，讲这个人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做好自己的资讯、身份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的，你做好这些保护的前提下，尽量的去自由的书写跟表达，这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能够坚守到能力可及的范围内能够坚守到自由的，真的最小单位的实践这样子。所以今天晚上12点之前再说一遍。那我们大概还有很快的时间就会开始了，然后我们另外就是这场讲座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四场嘛，那所以这一整个系列的演讲，就像很多朋友知道的，并且已经参与支持过的，就是我们其实是发起了一个众筹来支持这个8场的讲座。那所以跟这个所有的讲座相关的，以前进行过的3场的所有的内容，还有未来会进行的4场到5场的内容，其实我们完整的讲座视频回放也都会发送给已经参与过众筹的朋友。那如果你想要继续支持我们的话，我们当然随时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在我们的众筹页面下面点支持按钮就好了，然后金额不限，5块钱港币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同时也会把我们的这个众筹的页面发到群组里边，对，最后就是，新进来的朋友，还没有改名字的，还没有熟悉，不特别熟悉 Zoom 的讲座规则的，最后在正式讲座开始之前再提醒一下，请大家留意一下个人的安全信息，更改一下自己在 Zoom 的用户名，然后也发言的时候，请尽量发跟讲座内容直接相关的提问也好、疑问也好、讨论也好都可以。在演讲过程中也可以，但是跟讲座内容无关的，或者是大量的刷屏，我们是不接受的，会把这位朋友移出去，所以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发言规则。好的，现在7点钟了，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正在进来，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我们今天的讲座就
正式开始。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星期天的晚上这个7点钟，又来到 Matters 的讲座。那尤其是对非东八区时区的朋友，其实是一个挺不友好的时间，我明白。对，然后但确实非常难平衡，所以也特别感谢大家，不管是在东八区还是非东八区，都是一个其实要付出一些努力，去牺牲一些周末的时间才能来的这个日子。然后我们今天特别高兴的邀请到方可成，他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那他也是，我相信来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自媒体新闻实验室的发起人。他曾经是一名资深的记者，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工作过，然后后来去念书，然后进入新闻的这个学术，新闻跟传播行业的这个学术界，然后现在在做老师，做这个新闻跟传播的教育工作。我不知道今天来的有多少人，有关注过他的，不管是在 B 站也好，在 YouTube 也好，还是新闻实验室的用户，如果是新闻实验室的用户的话，也欢迎大家，对，是忠实粉丝或者老会员的话，请大家在这个留言区里留下，让可成老师感受到这个老会员的温暖哈。然后我是张杰平，是 Matters 的创办人。Matters 是一个横跨两岸三地的一个泛华语的创作平台。那这是我们策划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课系列讲座的第四场。如果大家第一次听说这个系列的讲座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聊天室，我们同事不断的有在发这个讲座的系列内容，特别强烈推荐大家关注，因为这个讲座我们自己策划下来，包括进行下来，其实自己每个同事都从中间受益匪浅，因为都是特别好的讲者，特别特别真诚的分享，也特别切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的需求。那我们这个第四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课的上一期的最后一场。上一期我们有四个内容，其实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实用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怎么讲呢？每个人都很需要训练自己的一些技能，包括数据的。我自己用三个自主来讲啊，就是数据的自主、情绪的自主和信息的自主。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资讯泛滥，然后特别多带风向的行为，然后特别多的权利在基于你的各种各样的你说是个人的数据也好，然后各种各样的，其实你的权利，你的那个 rights 在被各种 power 干扰的这个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做到的。所以我们其实这四堂讲座分别是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第一场讲座回溯一下是这个杨正贤 Johnson 他来讲这个在虚拟时代把个人身份信息跟数据安全怎么样尽可能的做到去保护，尤其是在不管是商业的权利还是政治的权利都想要侵吞他的情况下，在一个天眼的网络下，那他讲了非常实用的课程，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其实特别欢迎大家不管是其实最好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讲座系列，可以获得以前的讲座的这个全文的视频和 PPT。然后后面的两场就是上星期跟上上个星期，我们其实有两场讲座分别都在讨论情绪自主这件事情。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不只是年轻人啊，就不同时代的人，其实都在面对的很大的困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仇恨跟撕裂，然后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其实怎么样能够稳住自己，继续首先搞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其次很稳定的能够继续走下去，情绪不受太多的干扰，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学校也不教。那我们上上星期跟上上星期，其实分别请了创伤同学会香港的一个 NGO 组织的两位老师，还有徐宝强跟马杰伟香港的两位非常资深的学者。分别从个人怎么在修复自己的情绪创伤，和如果你的情绪创伤是由一些社会集体事件酿成的、造成的，社会的集体处境造成了的话，应该怎么去拆解这个集体的处境？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其实每一次都进行了大概将近3小时或者3小时以上的这个讨论。我听过的人，我相信都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真的非常精彩，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那到今天这一场，其实就是我们这四期的一个完结篇。
我们还会再开启下面这个四期读书会。那今天的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从数据自主到情绪自主，再到资讯自主，或者是说信息的自主。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或者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知识人，说到底，你不管你的个人digital identity 安全了，然后你的情绪稳定了，然后你还是要处理，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要建立起一些基本的判断力跟理性的判断能力吧。但这个判断这件事情是最难的，知识不难，判断是最难的。怎么样可以建立起这个判断力？你在吸收了大量资讯的情况下，怎么样建立起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准确判断？其实第一步就是你要确保你吸收的资讯是健康的。其实就像人一样，你养成一个你的食谱要健康，你才不会长成一个胖子，就是这么简单。你的食谱要健康，你才不会既过胖或者过瘦，你的身体才会处在一个最佳状态，然后去学习得那个让你能够对这个在这个世界里相对游刃有余的某一种判断力。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会落在资讯和或者是说台湾叫资讯，香港跟大陆叫信息自主这件事情上。那专家就是今天的讲者这个方可成老师了。那所以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方可成老师，我相信大家今天看留言已经知道大家的对他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从2016年就开始做这个新闻实验室。现在这个新闻实验室的分身散布在这个不止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以外，也在积累很多很多的新的粉丝。那今天就特别开心的请到他，然后最后再废话一句，就是我们讲座的刚才提到的前三场的这个回顾的视频，还有 PPT，我们其实都已经发给了曾经参与众筹的朋友。今天可成讲完以后的视频跟 PPT 也会发给参与众筹了的朋友，那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讲座，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待支持的，就是哪怕给5块钱的，其实我们都会把之前跟之后的这个视频、音频跟 PPT 奉上，所以就请大家留意一下聊天室在不停更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我就不多废话了，我们今天就请可成来开场，就是从数据自主、情绪自主到今天我们怎么去建立跟培养我们自己的知识跟信息的这个自主的问题，这个健康的媒体食谱怎么给自己打造的问题。哎，可成你在吗？好的，好的，好的，我在，可以听见吗？好，可谢以谢的，截屏，好，谢谢截屏的非介常绍，熟，非常好，也熟悉的背非景。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OK，大家可以看见吗？可以的，好可以的，的，很我这清楚。边，好，我这边需要重新打开一下聊天界面，这样我能看到大家给我什么反馈。OK，好的，就是非常非常高兴啊！这个我是 Matters 的这个种子用户了，就是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就参与了这个社区，在里面发一些东西，然后跟大家互动。然后现在这个 Matters 的发展已经比之前要大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邀请还没有加入 Matters 的这个用户能够再加入进来。我刚才在聊天室看到大家有不少是新闻实验室之前的老用户啦，甚至是会员啦，然后有的也看过我其他的演讲，或者是甚至是说可能都上过我之前和一些朋友一起开的一个外媒课，所以呢，今天讲的内容呢，我想事先说一下，就是说有部分啊，如果你看过以上内容的话，有部分或许会有所重合，跟你之前从我这看到的东西，但是呢，有所重合，那就当成复习一遍吧，好不好？然后呢，也帮这个还没有接触过的这个同学呢，你们可以或许当成一种助教的形式吧。他们有什么困惑，你们可以在这个聊天界面里面给他们回答。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呢，其实也做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补充，所以跟你们之前看到的也并不会是完全一样。那如果是第一次听我的讲座、看我的东西的话呢，那我也当然是非常非常欢迎。我想这些其实就像杰平说的，其实是越早了解越好。然后现在，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动荡、分裂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这样的一些技能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刚才截屏说到今天的这个讲座，实际上是接续前两次的数据自主、情绪自主，现在是信息自主。那其实待会儿大家会知道，其实信息自主这个主题其实跟情绪、跟数据其实都有关系。好，那我就开始讲我今天的这个内容，读什么你就是什么，怎么来优化大家的这样一种知识与资讯的食谱，或者叫做媒体食谱。就像杰明刚才说到的，其实说白了，这个我们今天整个一个讲座都会以这个吃为比喻，以吃来比喻大家摄取信息。如果你摄取的这种吃的东西是比较健康的，那可能你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如果你吃的更多的是垃圾食品，那你可能你的身体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同时，它不光是一个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天在摄入的这些信息，实际上都在非常深刻的塑造我们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去引用了这句叫"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变成了"读什么你就是什么"。其实，我们其实会去想一想，比如说你新认识一个朋友，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想面试员工，你肯定会问他一些问题，对吧？你出生是哪里的啊？或者是你的星座是什么呀？我想这些都是大家肯定会问的，对吧？那也有人呢，可能会，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比什么星座呀，这个老家呀，可能更重要的是，你平时都看一些什么东西？你平时关注什么样的公号？你平时看一些什么样的媒体？你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媒体食谱呢，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能够看出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在这儿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游戏吧，就是让大家来猜一猜，两个人分别是谁？我给他们展示，给你们展示他们的这个媒体食谱。如果之前看过我的 TED 演讲里面的这一段的朋友，就不要剧透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猜一猜啊，这个是大家肯定都认识这个人。那这个人他的媒体食谱呢是这样子，大家来猜一猜这个人是谁？首先呢，他是早上不到6点钟就会起床，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看电视。如果大家能猜到的话，可以说出来，但是我想可能这个信息还太少了，对吧？就起得很早啊，一般可能不是什么年轻人吧，我估计。然后呢，这个媒体食谱中间大多数呢都是这个电视节目啊，这个老年人哇，大家非常聪明啊，一下就猜出来了。这个确实，他号称自己喜欢看书，但是呢，每次刚看半页，这个就会被电话打断，所以呢，估计从来都没有完整的看完过一本书。然后呢，他也看《纽约时报》，不过呢，常常骂他是假新闻。我想其实到了这儿，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啊，这个人就是 Trump 了，就是美国总统。那再补充一条呢，就是他喜欢呢边看电视边发推特，这一条是最明显的了。我如果第一个就说这一条，可能大家都已经这个一下子就知道他是谁了。对，就是这位这个川普呢，非常有名的是他非常喜欢吃垃圾食品。所以也挺奇怪的啊，他又吃那么多垃圾食品，他年纪有这么大了，看上去还挺健康的。他身边很多人也得了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他自己也没得，也蛮奇怪的。但是呢，就像他喜欢吃垃圾食品一样，他看的这些东西吧，他摄入的这个媒体食谱呢，其实质量也是不怎么样的。那对，比如说他这个酷爱垃圾食品啊，他之前在这个白宫接待一个。这个大学的橄榄球队的成员，他们获得了冠军，然后来接待他们，然后他们接待他们吃什么，就是给他们买了很多的这个汉堡、披萨、这个薯条这些垃圾食品啊，然后对，非常契合他的这样一个形象。对，所以那他不光是觉得这个便宜啊，他后来在接受采访，他是真心喜欢吃。那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些披萨呀、这些汉堡呀、薯条啊，都是他的 favorite food，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了。所以其实我们通过他吃了什么，通过他其实每天看什么，其实大概其实会能跟他这个人是非常形象联系起来的。好，我们再来猜第二个人哈，这个呢又是谁的媒体食谱呢？他是很酷爱阅读的一个人，这是他平时会看的这些媒体，有《经济学人》、《科学美国人》、《纽约客》、《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等等等，呼吸 好的 他喜欢在网上看这个演讲视频，然后包括这个 TED 演讲和公开课。其实到这都不是非常明显。他每年大概要读50本书，
啊，这个读书挺多的，基本上每一周都会读一本书了。然后呢，他曾经他最喜欢的书呢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本书，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帕克森本人。后来呢，我希望这是我啊，因为待会儿就知道为什么我希望这是我了。后来呢，变成了《当下的启蒙》。不过，不管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还是《当下的启蒙》呢，实际上这两本书都同一个作者，就是叫史蒂芬·平克的一个人，哈佛的一个教授。影响他的人生的书呢，还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商业冒险》。其实刚才已经看到，有不少朋友其实已经猜出来了。其实呢，这个人呢就是比尔盖茨。那我当然希望我是他，就是他这么有钱就好了。当然了，这张照片呢是，这张图片啊，反映了比尔盖茨是他还在微软这个做这个微软的这个掌门人的时候，他的形象就是赚很多钱，对吧？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了很大的科技企业，赚了很多钱。但其实今天来说，比尔盖茨的形象已经是这样子了。首先，他已经老了很多，对吧？然后呢，你看他这张图的背景，对吧？大家知道为什么有口罩啊，有这个针管啊，对吧？因为实际上，比尔盖茨现在是在全世界推动这个预防或者是这个抵抗各种各样的流行病、打疫苗、消除各种各样的这种传染病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比各大国家的政府都重要。他在普及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靠自己的这个基金会，他的基金会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是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捐款最多的这样一个组织了，已经基本上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超过他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盖茨和川普其实是他们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吧，一个是很酷爱读书的，一个是根本就不读书的。还有一个呢，是真的靠自己的这种智慧和勤奋创造了这个财富的神话，还有一个呢，就是靠继承家业，然后呢，但是却到处吹嘘自己创这个白手起家，但实际上都是从他爸继承过来的。然后呢，一个呢是相信理性的，相信进步的，并且自己亲身的去投入人类的这种进步的事业；另外一个呢，则是通过制造仇恨和分裂来获得他个人的利益，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真的是带着人类走入倒退的深渊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当美国总统的人应该是比尔盖茨。不知道有没有人同意我哈？那非常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是，这个盖茨他其实现在，因为他在推广疫苗这个事情，他却在美国成为了一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主人翁。也就是在美国，其实有。一些人吧，他们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相信疫苗这个事情的，他们的也都不相信科学，他们会觉得是比尔盖茨造出来了这个新冠肺炎这个事情，然后呢，这背后呢都是有一连串的阴谋，而这个非常相信这个阴谋论的人呢，实际上有很大程度他可能会是给川普投票的人，所以这背后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这个世界到底要被什么样的主宰，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它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这种大家平时摄入的信息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样形塑你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好，这等于是一个小的开头啊，大家非常厉害，就都猜出来了这两个人是谁。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内容大概分成四个部分啊。首先呢，我们觉得我们要讲吃的健康，那我们首先要讲我们为什么现在吃的糟糕，然后呢。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健康饮食的几大原则，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些具体的，怎么样去选择餐厅，了解厨师，然后呢，最后我们再讲一点怎么样点菜和消化吸收。所以我觉得，我当然可以直接就给大家一些我平时看的东西一些具体的方法，但是呢，我觉得去了解背后的一些原理，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好，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吃得糟糕。其实我相信，对于吃得糟糕这件事情，大家肯定都。同意，对吧？当然，这吃指的是摄入信息了。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这个，大家每天不管是打开微信或者是打开 Facebook，那看到了很多呢，实际上都是一些很垃圾的信息。我觉得这种，尤其是在中文的这种互联网的环境中间，尤其如此。那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想给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喜欢吃啊，对吧？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垃圾食品会流行呢？你可以说因为你喜欢吃呗，
为什么你喜欢？为什么这种假新闻？为什么这种阴谋论流行呢？因为人们喜欢看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很多假新闻，很多这种低质的信息，都是正好像垃圾食品一样，刺激了你大脑中间的某一些激素的分泌，让你会觉得哇，看这个真爽。所以现在实际上在微信的，比如说在微信的这个生态圈里面，有很多文章，其实我们在很大意义上来说，虽然它好像是打着这种新闻或者是说媒体文章的形式出现，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爽文啊。所谓的爽文，就是这个写网络小说的人，他专门有一种网络小说，就叫做爽文，他就专门是来让你看着怎么爽怎么写的。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所以就像这个是跟我们人类自身的这样一个弱点和缺陷是非常有关的。就像卡夫卡说的，人类最大的缺陷就是懒惰和没有耐心。是啊，就是我们太懒了，我们懒到根本就不想去费劲的去寻找好的信息、优质的信息，我们也没有耐心去寻找，可能找了一下发现找不到就算了。这种懒惰和没有耐心，确实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缺点和局限。那这一张图呢？实际上是更直接的表明了我们人类的这样一种缺点和局限了，大家其实通过搜上面的这个标题，这个 cognitive bias codex 就能搜到这张图。这张图上实际上是列出来了人类所有的这样一种认知偏见。大家看密密麻麻写了这么多，那所谓的这样一种认知偏见，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误信一些东西、误判一些东西。实际上它归根到底是跟我们人脑中间的一些机制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右边这个，上面有三个词叫 too much information，它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脑实际上处理信息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就无法处理太多的信息。那没有太多的信息，无法处理太多信息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非常简单粗暴的去决定啊，我们要吸取什么信息。所以呢，中间有一个，比如说大家看这个在右边有一个叫做 we are drawn to details that confirm our own existing beliefs，就是说我们更容易去注意到那些我们本来就已经相信的东西了，因为这个信息太多了，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我们早就相信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叫 confirmation bias，那就是我们会选择相信那些符合我们既有的观点的这种信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家都可以一个一个去研究。这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我们的人脑，我们人不是完美的动物，我们的脑子有非常多的 bug，那在各种各样的 bug 中间呢，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会对信息的判断产生偏误，会导致我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垃圾的、对我们实际上不好的信息去吸引。这个跟我们的味觉被一些垃圾食品的这种重油、重盐、重糖去吸引，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像的。好，但是说到这儿呢，我想说的是，其实人固然是有这样一种缺点的，但是造成垃圾食品，大家想一想。垃圾食品工业实际上也就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在全世界普及开来的，可是人就是人自身的这种缺陷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那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垃圾食品特别多，然后最近几年我们在网上看到垃圾信息特别多呢？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背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生产垃圾食品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我们先说吃的食品哈，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其实全世界的这个食品工业是高速的发展。然后呢，食品工业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本书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叫做《Eat This》，它实际上是一本写给小孩的书。那这个作者呢，实际上是要教小孩辨认说，你不要被广告里面那些看上去非常吸引人的这些食物骗了，实际上它是非常的这个不健康的。那所以其实把这种垃圾食品怎么样包装，然后怎么样做的廉价。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卖出去吸引人？怎么形成一种社会风潮？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巨大的产业，其实才造成了垃圾食品泛滥，才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健康问题。那其实就像垃圾食品工业是争夺你的胃一样，那这种我们实际上也在面临着一个同样生产大量垃圾信息的内容工业。那这种内容工业呢，实际上是在争夺你的眼睛。你的时间是在争夺你的这种注意力，所以跟这种垃圾食品实际上是一样的。那这我们当然不会去分析这个，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去讲这个食品工业了，我们会去讲一讲这个内容工业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内容工业，我觉得它背后一个非常非常根本性的一个东西就是社交，我们的社交和资讯平台，
我们的微信、Facebook、Twitter、微博、今日头条等等等等，这些巨大的平台才的出现和流行，才导致催生了现在如此庞大的这样一个内容工业，而这个内容工业呢，是催生了巨大的垃圾内容。那我在这儿想用一个图示来说一下啊，那首先就是前平台时代，也就是说，在这些平台出现之前，人类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是怎样去获取信息的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有很多报纸、杂志、电视台什么之类的。然后作为消费者呢，是直接去选择报纸，直接去选择杂志。那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非常年轻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但是可能跟我一样大的朋友肯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报刊亭跟老板说我要买一份什么样的报纸。那比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每周就会去报刊亭说我要买一份《南方周末》，然后非常喜欢这个报纸。那非常幸运，后来我也进入这份报纸工作了。但是这种直接的关系是这个在平台出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还没有出现我们所谓的这种庞大的内容工业的，因为它其实上是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度高效率、高度发达的那种状态。那平台的出现变成了是让这个事情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平台的出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下面是这个受众，那中间呢就出现了非常非常的平台啊。我在找图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定要找两个图，因为中文的平台、英文的平台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平台和这个墙外的平台完全不一样。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平台。那在上面大家能看到，我们报纸还有三个，当然出现了很多这种我用打字机来表示的，这是意味着什么呢？那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我相信不需要我过多的解释，在现在这样一个资讯获取的这样一个渠道中间，平台出现在了这里，所以这些受众呢被分开了，受众基本上不能直接，不会直接去看报纸，去打开《南方周末》的网站，去看他的文章了，大家都是直接打开一个平台获取文章。那作为平台来说的话呢，他又会觉得是说，光靠你们这些传统媒体给我提供内容是不够的。我平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商业的逻辑呢，它就是要迅速的扩大规模，迅速的扩张规模，让文章越多越好，信息越多越好。所以怎么样呢？那自然它就会催生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自媒体啊。刚才这个截屏也说到了，我做的这个新闻实验室也算是其中一个自媒体吧，但绝对不是很主流的自媒体，因为最主流的自媒体实际上就是应平台的要求去迅速的大量的生产内容。至于内容的质量怎么样，其实无所谓，因为对于平台来说，它要去争取，它要在这个人群中去争取受众，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量大，那要而且是要吸引人，所以平台的出现是彻底的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去获取信息的一个方式，把我们人和信息之间的这种关联关系彻底的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对比这个之前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这边有很多自媒体，对吧？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就是谁在生产这些自媒体呢？谁在写这些自媒体呢？那我在写新闻实验室，但真的是很非主流的。最主流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种啊，像之前这个其实是作为公社最早做了一个报道。叫做这个山东这个农妇自媒体，农妇做自媒体收入破万，那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在什么今日头条啦、什么百度百家啦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资讯平台上面看到的新闻啊，其实呢都可能就可能就是一些这些在留守在村里面的这个农村的富人，在这个电脑前面这个传出来的东西。而他们却能获得非常高的收入，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平台获得流量上的这样一个广告分成在里面。所以，平台的出现导致了这样一个内容产业巨大的内容产业的出现，它成为一个非常大的 business，它给国家创造了非常高的 GDP。那但是它同时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结果，会导致为什么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垃圾泛滥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第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很显然能意识到的，机构媒体和读者之间失联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直接跟我们读的这些东西这些媒体产生直接的关系，我们都是通过平台作为中介的。那
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于读者来说，好像是啊，那我在哪看不都一样吗？我在这个今日头条上看，我在微信。数据收集加算法定制推送，然后加算法定制推送一些更加令你上瘾，但是不一定对你更有帮助的内容。所以我在这说，我刚开始为什么说今天跟数据其实有关系？那就是因为其实平台它的一个核心就是收集你的数据，收集每个人的数据，知道你什么东西会让你上瘾，然后呢再根据算法把这东西推给你。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就像我说的，平台它实现了效率和规模化，它在商业上来说是极其成功的这样一种模式。但是它背后，如果我们要看代价的话，它其实它的代价是社会整体的信息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不管是张小龙还是张一鸣，他们都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在赚到钱的同时，导致了一个负外部性，就是平台的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社会整体的这样一个信息质量的一个下降，而且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这样一个语境，那就是这样一种平台的效率也使得宣传和审查变得更有效率。你现在其实这个中国政府不管是利用哪个平台，它已经在利用所有平台了，去推一个宣传的东西，它会比之前更有效的到达每个人的手机上面，同时它的审查也会更加的有效率。它只要把几个啊，就像新闻实验室一样，把你在微信、微博上都封了。那就基本上都封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审查也会变得更有效率。那而且封了之后呢，实际上你在很大程度上跟你的读者就会失联了，对吧？其实我之前在新闻实验室在被封之前，可能有20多万的这个读者，但是我现在能找到的可能也就几千人、上万人这样子了。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平台在中国的一个特色下面也实现了这样一种去帮助政治审查和宣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些都是平台平台的出现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平台时代的这样一种资讯获取呢，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健康的饮食实际上是需要更有意识的主动的努力，不能靠被动的喂养，因为真的不一样了。就是你今天就像你吃东西一样，你如果完全是靠被动的话，那塞给你的一定是最垃圾的东西。你一定需要有意识的去选择、挑选、去判断、去排除这些垃圾食品广告的干扰，去付出更多的钱，去买那些更健康的食品，这样才可以做到。那现在获取这个这种信息的健康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学会并且愿意主动辨别和筛选信息，因为确实互联网的出现，再加上这种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好处其实也是释放了每一个个体创作者的这样一种创造力和能量。所以，如果你真的愿意辨别筛选信息的话，你真的我是不愿意回到之前我每周跑到报刊亭去买《南方周末》的年代的，因为实际上你就算《南方周末》做得很好，它给你带来的信息也远远不如你今天能够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最好的信息，那中间差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愿意做这个，你真的是最好的时代。但是呢，如果你不具备这个，如果你不具备辨别筛选信息的能力和意愿，可能在中国来说，可能特别在中下层群体中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我觉得真的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这些生产、这些平台和这些营销号自媒体一起，就像这个食品工业里面的这些生产垃圾食品的公司一样，他们真的是联合起来，会把你这个脑子弄得很糟，然后呢，会大量的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的时间花在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上面去，所以这个真的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信息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非常让人觉得不好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首先要认清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做一些事情，说我们怎么尽量的去降低这样一种贫富差距。好，我刚才基本上在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的这个信息变得很糟糕，中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argument，基本的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判断，其实就是平台的出现。但是我在这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还没有被平台化，就是从反面来看，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平台占领了。你打车也好，叫外卖也好，都买这个买东西也好，全都被平台占领了。但是呢，还有两种渠道是没有被平台化的，这两种渠道就是 email 和播客。那实际上这两个渠道，大家去想一想。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特征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相信其实今天很多人其实都是 podcast 的这个听众，那博客其实也是，只不过今天没有什么人写博客了，就是如果你是那种独立博客的话也算，但是我觉得 email 和博客它的特点就像有人说到的去中心化，它实际上是没有平台的。你说 email 什么平台？你当然可以去，你去用 Gmail 也好，你是用 Outlook 也好，但是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通信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从微信上发一条东西给你微博的朋友。对吧？他们是完全被平台分隔开来的，但是 email 是完全是互通的，你只不过要找一个服务商而已。播客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播客如果大家做播客的话就知道，做播客它完全不像你开微博一样或者开微信号一样，做播客挺复杂的，你需要找一个地方把你的音频上传上去，托管上去，然后这个服务还要去输出一个叫做 RSS 的东西，然后呢，你要把你的这个 RSS 地址放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具里面去，才能让别人订阅上你的这个播客。所以这是一个没有，所以你的播客不是说我只能在哪个平台上听，你在所有平台都能听，所谓的这种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你都能听到。所以实际上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平台，你就是没有平台，你只需要工具就可以听到播客了。那这个没有平台化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点，就是第一。读者和创作者之间是直接联系，比如说这边有我的会员，那我自己再写一个 newsletter，我直接发邮件给他，他直接回复我，我都能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中间不会经过任何的平台在中间有中介。第二就是你的数据容易迁移，不会被平台控制，对吧？我就是说，比如说我的 email 服务，那我有所有人的地址，那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的这个地址给 censor 掉，给审查掉，对吧？那实际上，这种播客也一样。播客你上传了之后，实际上你的数据并没有任何平台在控制你，你上传就是在你的服务器上，你选择托管的服务器上面。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没有追逐资本的营销号来污染，因为我前面因为没有平台化，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样就联系了我最后一点，就是没有，就是有一定的获取门槛，就是一般的人，就是说你如果不太愿意去钻研一下这个东西，你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你比如说，比如说你去问你父母，他们可能知道今日头条怎么看，但是问他播客怎么听，可能就会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了。这个需要有稍微一点点的技术门槛在里面，所以呢，这导致什么呢？其实它的用户群体是非常少的，用户群体很少，资本也对它不感兴趣，资本对它不感兴趣，这些农夫自媒体、这些营销号、青年大院也就不会过来了，因为他们赚钱啊。那最近呢，实际上这个《经济学人》很多外媒都注意到了中国的一个播客的一个兴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就是前两天，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刚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事情。啊，他采访了很多播客的制作者，其中呢，也采访了一下我是作为一个专家的形式出现的哈。那我在里面他引用基本上就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大家看这边右边的第二段啊，就是 podcast content。他说播客的内容呢，其实往往是比较少这种 sensationalist，就是从通俗来说，就比较少标题党啊，比较少那种假的营销号那种东西，垃圾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说的，因为这些如果你要去找流量、找钱的话，你有太多更好的选择了。你去头条上，你去百家号上面，你去微信上面、微博上面找，你在播客里面真的找不到什么钱的。所以我觉得这导致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大家就一定程度来说是一个所谓的圈地自萌的状态了，就是你这个资本你就不要再过来打扰我们了，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其实就挺像最早的杂志出现，最早一种所谓的同人杂志，就是大家刚才说到的一些
什么随机波动啊，什么无业游民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几个感兴趣的朋友在一起就聊聊天，对吧？他其实也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呢，大家却是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在生产内容，因为这里面真的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悖论在的了。所以，但是他之所以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是因为他没有被平台化，他其实背后是没有一个这样的去根据你的数据算法来去榨取你的这种吸引力，来去换取流量、换取金钱的。好，那这就是我以这个两个反面的例子来说。那我之前实际上在新闻信息公号上曾经说过，我其实现在我自己去阅读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其实就是通过 email 了。我就订阅了很多的这种 newsletter，然后呢，他们这些媒体就直接发 email 给我，我就直接看就好了。那 email 的好处跟这个 podcast 也挺像的，那就是我既然选择我订阅了它，那它就会给我发邮件，那我一般也会打开看，它就不需要去制造一些标题党啊，去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啊，去吸引我，然后吸引我把它转发出去给我的朋友什么之类的，它不需要做这些，因为我就是说你给我看看优质的东西我才订阅你，你给我看那些花里胡哨的吸引人这种标题党的假的东西，那我很快就退订了，对吧？所以它这种逻辑会是对这种平台逻辑的这样一种修正。好，那这就是我讲的一个稍微比较理论一点的部分啊，就是这个它背后为什么是这个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是一个生活在很信息环境很糟糕、垃圾很多的时代？好，第二部分呢，我想讲一下，那怎么办呢？健康饮食呢，在去讲具体的做法之前，我想有几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当然是可信度高了，对吧？当然看真的东西了，看假的东西有什么意思？那你看小说就好了。那我们既然要看这种知识资讯，那我们当然要看可信度高的。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判断可信度最简便的方法是什么呢？啊，这个如果是上过我们之前开的这个教你读外媒的课程，相信大家都会就是这个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了。那答案很简单，其实就是看出处，那就是看你这篇文章是来自哪里的。那因为你要是具体的去看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视频，看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要去看里面的具体的内容，那真的不是你能做到的，因为你顶多是一个、两个、三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你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那所以你去具体的分析内容，去判断它可不可信，是效率很低，而且你真的做不到的，除非你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对吧？但是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人人都可以做的。那就是看是谁写的，如果这个写的人我相信，那我就相信。所以呢，我相信很多记者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记者就是一个需要去找真信息的人，真信息的人嘛，对吧？所以大家看文章，其实首先就要看来源，不是先看标题配图，不是先看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先看文章的来源。那来源可信，那就要看，人家就觉得相信。当然，这里想提醒一下，就是也要留意网址。网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网址是很难造假的，但是你这个来源是可以造假。比如我可以造一个假的《纽约时报》的网站，让它跟真的《纽约时报》看上去一模一样，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一样的网址。必要的时候呢，你也需要亲自去查证一下。比如说这篇文章，他说我这篇文章是转载自《纽约时报》的，但是你真的能找到吗？也许根本就没，你真的《纽约时报》上根本就没有这篇文章，所以必要的时候你也要需要去查证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是来自那个信源的，所以呢，在看信源的时候呢，大家心目中实际上都会出现这样一种分类，白名单，不是说大家要写一个白名单列出来，但是你脑子里面肯定有了，就是只要是出现在白名单里面的媒体呢，你就默认是可信的；黑名单里面的媒体呢，你默认是不可信的；可能还有一个灰名单的媒体里面呢，那你半信半疑吧，将信将疑吧，你默认为是。存疑可能是真的，但是不一定。我得去找白名单里面的这种信源，看看他有没有说。他说了，我才同意。那实际上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我想对于任何做记者的人，或者是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你要去找一个东西，你要看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助的方法。那怎么看呢？那得有人要说了，那我们怎么建立起自己的白名单、黑名单、灰名单呢？那实际上是有一些工具的，那比如说在英文世界里面有很好的工具叫做 NewsGuard，当然非常不好的就是这个工具现在要收钱了，它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不收钱的。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交了钱哈，你把它这个工具安装在你的这个 Chrome 这个浏览器里面，
然后呢，每一次你来访问一个网站，只要是它数据库里面有的，它就会告诉你这个网站是可信的、不可信的，还是说这个笑脸就表示它是一个这种故意洋葱新闻式的网站，故意这种讽刺性的网站。那它同时也会给你一些背景介绍。那这样一个NewScar 的这样一个插件呢，大家可以试着去安装，而且它安装是个很好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在 Google 搜索结果，只要有这个数据库里面有的，它都给你标出来了。所以你在点击搜索结果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哦，它 verify 过了，它验证过了，那我就可以点过去看一看具体内容是什么。那我想提到这个呢，还想提一下，就是说，那 NewScar 它实际上它是怎么来判断一个媒体可不可信的呢？我们其实可以来学习一下，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判断，对吧？我们就算我不想给钱给他，那我们自己判断就好了，我们来学一下好了。那好，那他怎么判断这个可信度的呢？它这里面有几条原则。首先，它没这个网站呢没有反复的发布假的内容，那这个当然是的了。所以你有时候看一个有没有前科，对吧？你这个网站之前是不是发表过假的内容？你如果发表过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需要扣分的。第二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负责任的去收集和呈现信息的，对吧？那特别是这里面提到了，是说它呈现的是更多的是直接的一手的信息，那并且呢，或者是说就算是二手信息呢，它也是来自于可信的这样一个信源，那它并没有去这种故意的扭曲，或者是这种去故意的去误引发大家对这些原始材料的误读，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可以会，他会这个经常性的去修正，去做这种刊物更正，然后呢，并且会诚实的说出来。所以我想说的是，那所有的媒体都会出错，就是这个记者界里面有个说法叫做"无错不呈报"啊，就是因为新闻生产实际上是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中间肯定会出错，但出错了不要紧，只要是说你出错了，你可以很坦诚的承认，并且呢，用一定的方法去改进，让避免下次出现类似的错误就可以了。那但是你去看那些营销号，看那些青年大院啊什么之类的，他写错的东西，他可不会承认他写错了，因为他根本这个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件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则。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你需要去很好的去把你的新闻内容和这种你的意见、你的这种观点性的内容区分开来，你不能去把你的观点性东西伪装成新闻。那这个呢是第四点，最后一点呢就是你要去不要使用那些欺骗性的标题，也就是说你用的标题党太多，实际上是要给你扣分的。那这个就是它一共是100分的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是其中的大概50分，左右的这样一个60分左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余的分数在哪里呢？它其实还在于另外一个部分，那就是 transparency，就是这个透明度。透明度实际上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去判断一个网站、一个媒体是否可信的。那中间又有哪些具体的原则呢？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网站、这个媒体，它会主动公开我的这个 ownership，就是我的所有权和我的这样一个财政状况，对吧？那实际上去公开自己到底我是哪家公司所有的，然后呢，我究竟是一个盈利的媒体还是一个非盈利的媒体？我是接受了哪个基金会的赞助？我还是接受大家的这种众筹？我还是通过广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实际上去主动的去公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你需要去非常清晰的去标注出来你的广告，你不能去。故意的去把广告伪装成内容了，所谓的这种软文。第三点呢，就是你需要去标明是说谁这里面谁是负责人，谁是你的主编，对吧？谁是你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并且 including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一旦可能出现这种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必须及时的申报出来。所以呢，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华盛顿邮报》。在里面搜索一下 Amazon，就是亚马逊，看一看《华盛顿邮报》在怎么报道亚马逊的。那为什么出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可能的利益冲突，那就是《华盛顿邮报》和亚马逊现在是同一个老板，就是贝索斯。所以你会看到，《华
华盛顿邮报在每一次写到亚马逊的时候，每一次提到亚马逊的时候，都要加上一句：“我们和亚马逊是同一个老板所有的，但是我们彼此是独立的。”他都要说这个事情。所以，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有高度透明度的这样一个媒体，在这个只要牵涉到这种可能利益冲突的时候，都要申报出来，都要表明。但是不负责任的，他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呢，这个网站呢必须去给出这个内容创作者的名字，然后呢，他们呢或者是他们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背景介绍，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你看了之后，你需要知道这个文章具体的作者、记者是谁，可能还有一段简单的介绍，对吧？甚至还有一个他的头像、一个图片在这里，这个实际上也是透明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你说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这些营销号，它其实是比较难做这个的。当然，这个青年大院它也会做这个，对吧？什么永博啊，写那篇澳洲大火那篇文章的。但是关键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其实都能够通过他的这样一个背景介绍能看出来。你如果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能写出你的，比如说你的这样一个就业经历、你的教育经历或者你主要的关注点等等，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透明度的这个成分。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在各个平台上面都透明度做的都不是太好。那微信算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进步最近，因为大家看微信公号，你每个订阅的公号，你可以点它的名字，然后在一个很不起眼，就是你再点它的名字，然后你就会出现它的一个基本的介绍，你就能看到它背后，如果是公司账户注册的话，那它背后是什么公司，你就能查到，然后再配合天眼查之类的工具，你才能查到它背后真正所有人是谁。所以实际上这些平台其实在推动这种透明度方面，实际上可以做东西是比这个还可以做得更多的。但是起码微信呢，能够让我们查询到这个青年大院旗下到底有哪几家这个他们彼此冲突的这样一个公号，我觉得已经是一点点的进步了。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大家如果看到一个新的媒体，所以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也会打开一些我之前没有见到过的网站。那其实我每次打开一个我没有见到过的网站，而其中也有比较好的内容，我实际上是非常兴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跟我是同样的这样一个感受？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网站，那我第一步会干嘛呢？我就会拉到最下面，或者是最上面的菜单栏里面去找这个 About Us，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栏目。那基本上只要是负责任的这样一个媒体，它都会去公开，它都会去有这样的栏目叫做 About Us。我是非常喜欢看 About Us。那之前在个人博客的时代，每个人写博客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也都会 About Me 这样一个栏目，我也都非常喜欢去看的。我就会去想知道这个背后。这个媒体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公司在做这个东西？那他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背景？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具体的人的。那这个透明度是有助于我们对信息的这种质量做出很好的这个判断的。好，那这个我刚才说到了，这个 NewsGuard 是有这个收钱的，所以刚才我看到在聊天界面里面，实际上也有人提到了我之前做的这个中文的这个不收钱的。这个希望媒体查一查，那这个现在还是可以用的，只不过说我们最近没有去更新它的这个数据库了。那基本上它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去用到。那我们之后也是想尽量能够再去更新它的这个数据库。它基本上你如果用 Chrome 的话，你在 Chrome 商店里面去搜索这个希望媒体查一查，就可以找到这个插件。然后你在看网站的时候呢，看希望媒体的时候呢，你就会点一下，然后就可以告诉你它的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在这个微信的小程序里面也都会有，所以呢，就是我说的第一点了，就是可信度高，这个主要呢是要靠你通过对它的信源进行判断。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信息增量多，这个健康饮食的第二个原则，信息增量多。那我在这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记者是怎么样去评价同行的文章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记者的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这个房间里面，你去怎么评价一个同行的文章？当然，所谓的同行相亲吧，但是就是严肃来说，你如果觉得一个同行特别的牛，他的文章特别的牛，你会是因为什么呢？当然，这里面的标准会很多的啦。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没有接触过新闻行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去评价一个同行的文章，就是看他的。
我去评价一个记者的文章，就看他写的好不好看，对吧？比如说你能写的像何伟那样啊，写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然后呢，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趣，语言呢又特别的生动，对吧？我就特别喜欢他的文章。那，我觉得啊，就是从我自己的记者经历，我不知道截屏同不同意我啊，他比我资深的多，作为当记者的这个经历，那我觉得怎么去评价同行的文章，其实就是一点，就是有没有信息增量。信息增量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我之前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候的一个永恒的噩梦啊。因为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编辑、主编都会不断的要求你，你这个文章有没有信息增量啊？那什么叫信息增量呢？就是你在别人那看不到的东西嘛。那怎么样才能有别人看不到东，在别人那看不到东西呢？那所以呢，你就会有没有采访到这些没有采访过的人呀？你有没有问出，就算是同样的人，你有没有问出什么新的东西啊？就算是同样的东西，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角度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信息增量这个东西，就从那个我工作时候开始，就后来就一直一直就会影响到我去再读其他所有的东西了。那其实我就会判断一个所以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会去留意这篇文章中间到底出现了哪些信源。这个记者到底采访到了谁，没采访到谁？那一看其实就知道，你都不需要看他文章写的怎么样，什么之类的，你就看他中间出现了哪些人，出现了哪些信源，就能判断，哎，这篇文章厉害，采访到了非常重要的人，做了很大的突破，或者是哎，一看就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从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然后组合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根据这个来说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些营销号写的文章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了，因为他就没有记者了，他就没有去采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都是东找一点，西找一点，凑在一起的而已。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增量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呢，也都会去留意那什么样的媒体会给你最多的增量。那同时呢，我也会非常喜欢去看这些文章中间的链接了。那大家知道，我之前也写过一个，就是说，其实链接才是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核心的这种特性。那非常遗憾的是，中文媒体基本上都很少加链接的，但是英文媒体都很喜欢加很多很多的链接。所以呢，我也会去看，说，哎，你是不是链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库，链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档，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想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借鉴记者评行同价文章、同行文章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们需要关注有没有信息增量。第三点呢，就是我前面两个说的都是要高啊，要多呀，要好呀，但第三点呢，我想说一个小的，就是。信息压力要小，因为其实吧，健康饮食的一个很大原则就是你不要吃多了，对吧？垃圾食品的一个原则其实就是把你要喂得越饱越好，让你越撑越好，对吧？但是真的你不要吃多了，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面，你真的是要让自己的信息压力小一点。你就算是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吃太多了，否则你也真的是受不了的。就会导致一个叫做现在全世界都会出现叫做新闻疲劳或者叫新闻这个规避这个现象，就是大家就看了之后就整个就不想吃东西了，就不想看任何东西了，对吧？所以那我在这里面想强调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去紧跟突发的新闻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新闻太多了，太让我们紧张了，压力太大了，那就是因为每天如果你装了几个 app 的话，那只要你开了它的这个推送通知。push notification 的话，你就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突发的这种信息的推送，对吧？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只开了一个新闻资讯类的这个推送通知，就是这个 Apple News。当然很遗憾，Apple News 在中国大陆是用不了的，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方可以用。那 Apple News 会是一个比较汇总性质的，它真的是在一些几家媒体都同时说了一件事情，或者是你非常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它才会给你推。所以我是不允许任何其他的。这种新闻资讯类的 app 给我推通知的，因为没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突发新闻，你一定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得知的。你真的没必要去紧跟所有的这些实时的突发的新闻。只要你不是在做什么很高级的金融市场交易，你必须时刻紧盯所有的新动向，然后马上做出这种交易上的反应的话，你真的是不需要那么快的知道突发新闻。而且在中国还有一个。特色的就是说，慢一步的说，你说不定其实就能避。你如果要慢一步的话，你说不定就能避开所谓的反转新闻的过程，对吧？现在这个大家知道，在中国的这个新闻反转太多了，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你如果什么都没看过，
等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不就一下子看明白了吗？你不就避开了中间被耍来耍去的这么一个过程吗？对吧？那我觉得让大家不去跟这个突发新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其实突发新闻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骗局，不至于说骗局这么严重，但它真的有一种这么说，就像我在这里面说到的，24小时直播、突发推送去抢每一分每一秒，它背后真的只是商业的考量而已。那24小时直播呢，实际上是从 CNN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出了一个新型的这种新闻频道，叫做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旦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就直播了。看上去这个对于新闻价值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新闻价值里面这种及时性非常重要，对吧？新的东西报道的越快越好，这个当然是真的。但是实际上，CNN 在美国在中国有很多人批评 CNN，对吧？当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面的原因，但 CNN 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为什么呢？主要是出于质量上的原因。那就是 CNN 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牌的名字，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去讲它的新闻质量的话，CNN 的质量真的不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直播的，它什么到一个什么东西发生了就赶紧说一下。那你能说啥呢？你都没有什么深度的调查，你就要硬说这个事情，对吧？那这个事情什么都不知道，那就硬去联系几个专家什么之类的，让大家猜一下这可能是什么事情。所以这里面是毫无意义的。你好像你如果这个一直看着 CNN 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全世界天下的动向我都掌握了，但实际上你就什么都没掌握，因为你都知道它发生了而已，但是对它背后是什么情况完全都不了解。所以 CNN，但是从商业上来说，它是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它的成本其实很低的，你只需要不断的去有人在演播室里面做直播就可以了，你实际上去做深度调查的这个投入是很少的，同时因为你的时间长，你可以不断的插入各种各样的广告，你的广告的容量也变大了，所以它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商业化的这样一个考虑，其实这种社交媒体的突发推送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这 app 要给你推送啊？因为他想你打开呗，他想让你，他想提高这个 app 的活跃度呗。他真的是觉得这条新闻对你重要吗？我觉得他可能想的更多的还是你打开了对他更重要吧。你的这个给他贡献的这个所谓的日活、月活这个数据更重要吧。所以呢，这种商业上的考量。它往往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因为真的人不，刚刚说了，人不是完美的，对吧？人在做快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做错，所以这个背后是一定是有这样的问题所在的。然后呢，所以了解新闻背景，懂得前因后果，真的比追求速度更重要，而且它会让你觉得这种轻松很多，也会让你觉得有收获很多，不至于让你被大量碎片化的突发的东西淹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这几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叫解释性报道的了。那比如说中间提到这个 Vox，我后面也会再提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去做解释性报道的这样一个媒体。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第三点，就是希望你的信息压力可以小一点，你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累。第四点呢，除了不要那么累，还希望你不要那么抑郁。就是知道很多人其实现在都陷入一种新闻抑郁的政治抑郁的状态，那这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情绪不好，这也很正常，你也应该原谅自己，你也应该觉得这是正常的，大家都一样。但是呢，我想 in general 就是概括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到新闻它是有一种负能量倾向的。就是新闻它本身是有一个偏向性在里面的，新闻它本身就是会有更多的所谓的负能量在里面的。我刚才说到一个人叫斯蒂芬平克，他是这个比尔盖茨最喜欢的一个作者。他实际上比尔盖茨最喜欢他的两本书，实际上他就一直在说，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在进步，我们现在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进步，非常非常快的进步。但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太糟糕了，一直在退步呢？他觉得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体。我觉得他对媒体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他具体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种大多数这种积极的进步，实际上都不是 camera friendly，对吧？就是你拍不出好的照片，你吸引不了读者的目光，而且 they aren't built in a day，而且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没有一个一下子可以抓取你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它是缓慢发生的，所以。
你根本就不会看到一个头条说啊哪个国家没有在打仗，这不是一个新闻，对吧？或者哪个城市没有被恐怖袭击，这也不是新闻，对吧？或者说每天有18万人脱离了极端贫困，这也不是新闻。虽然说它对人类的进步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说，这个媒体呢会把这些，为什么会关注那些更负面的东西，而去忽略那些更好的进步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类的对世界的认知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会更加的被这种risk 这种风险所吸引，不会去被那些什么数据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看上去很 boring 的、很无聊的东西所吸引。所以他说。在美国的话，其实飓风啊，这种龙卷风会导致每年可能也就杀死了几十个人，但是大家对它的关注程度非常非常高。同时呢，在美国每年因为哮喘死掉的人有几千人，但大家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个病有多么严重、多么重要，根本就不会给它有很大的关注。所以这个里面就会导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飓风可以做更好的电视节目出来。电视画面的效果更好，但是哮喘死了，好像就不是一个能拍出很好的新闻的东西。所以新闻界有个话叫 "If it bleeds, it leads"，就是说，如果画面中有流血冲突，它就会这个吸引人，它就能成为头条，它就能这个大卖。所以这个里面就会觉得是说，这种媒体的这样一种负能量的倾向，确实就会导致我们觉得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会产生这样一个偏向。那刚才有人说到这个东，我留意到这个朋友，这个聊天室里面有人说这个跟大陆的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哈。我等会儿会有一点，会有一张 PPT 讲这个事情。我想先讲一下说，因为大家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新闻的偏向，所以最近几年有人在有意识的去生产一些让人感觉乐观的新闻。比如说有一种新闻叫做 solutions journalism，它就是说我们去报道问题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去报道问题的解法也很重要。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激发更多的人一起来解决问题。那另外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发了一篇文章，说因为这个全球的疫情啊，大家都很抑郁，所以呢，出现了很多报道让人乐观新闻的这种新的这种账号，比如在 Instagram 上有这个什么 Good News Movement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 YouTube 上面有个演员呢，他做了一个频道非常受欢迎，叫做 News Network for Good News，然后呢。谷歌上面搜 good news 的这种人呢，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像华盛顿邮报啊之类的这些媒体，其实它也在紧跟这个潮流啊，它推出了一个叫“乐观者”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 newsletter，然后呢，去给大家推送更多的、更好的，去让大家摆脱抑郁，让人觉得乐观的这个新闻。所以呢，我在这就想讲一个，就是说我自己最上述，这是我自己提出来一个分类法，就是。正负能量新闻的这样一个分类法，我觉得我们把那这个新闻呢，可以分为乐观的和悲观的，对吧？去报道好事的，去报道坏事的。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让你觉得，哇，我要行动起来，我要改变世界的。另外一种不，就是让你觉得，哇，我还是不要行动了，我还是躺平吧。好，那根据这两个维度。我们就会出现四个方块，四个格子在这里，我们可以分别去填充进来。这四种新闻分别是什么新闻？首先，乐观的，让你觉得不行动的，就是这个刚才很多人在聊天界面里面说到的，中国看到的好新闻，中国政府倡导的所谓的正能量，它就是让你感觉乐观。但乐观是觉得说，哇，我们的生活太好了，生活在中国比生活在美国幸福1万倍，我们的党。带领着我们走在一条非常光荣、伟大、正确的道路之上，太好了。然后呢，那我就跟着党走就行了呗，那我就什么都不做就行了呗，那我就不行动，我也不要改变什么，现状是最好的。这个是这个中国政府上的正能量。但是呢，我刚才说到了 solutions journalism 这种强调问题的解法的这样一种新闻呢，实际上是让你觉得乐观。但是乐观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问题不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最幸福，而是因为问题还存在，但是有很多人在解答它，在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一起来解决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能够被解决的，对吧？这就是我在这里所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去读的，也有更多人正在生产的这样一种
解决问题的新闻。那然后我们再来下面看一下悲观的。悲观的呢，就是悲观了，让你想行动的。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觉得新闻业最核心的，或者说所谓的皇冠上的明珠的这个调查报道，或者叫揭黑报道、扒粪报道这样子的，对吧？让你去揭露这些社会的阴暗面、政治的腐败、商业的腐败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要去修正这样一种阴暗的这种问题，然后我们去来进行一来行动。不管是采取政治行动、社会行动，还是什么样其他的行动来改变，这个是悲观行动。那悲观不行动实际上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当你看了太多的，总是在强调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陷入一种犬儒主义，那就是觉得 OK，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糟糕，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呢也就不行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真的不是乐观还是悲观，而是行动还是不行动。所以我当然 prefer 的，我当然更值得提倡的是 solution journalism 和这个调查报道，而不是右边这两种新闻分类的这种方法。我在这儿呢想，对，犬儒主义的英文就是 cynicism，下面一张 PPT 上就有这个词，给大家分享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他说 critical thinking without hope。is cynicism, hope without critical thinking is naivete。这个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有非常好的批判性思维，但是你却没有希望，没有保持一种希望乐观的话，那你就很容易陷入犬儒。是啊，你很聪明，你看透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公平的事情，各种各样不公平的规则，同时你又丧失了信心，丧失了改变世界的勇气。那你就陷入了犬儒了，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有这样一种信心、勇气、希望，你却没有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那你就只能说你是天真了，对吧？太傻、太天真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挺好的，它也说明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也能联系到这个前两节关于情绪方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年代需要的不仅是 critical thinking，而且也是 hope，这两个方面就必须结合起来。那我觉得大家在制定自己的这种媒体食谱的时候，也需要关注，同时关注这两点。我们不能最后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犬儒主义的人，那样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结果了。那这句话是一个叫 Maria Popova 的人说的，这个人有个网站叫 Brain Pickings，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人看过这个网站，我非常喜欢这个网站，超级爱这个网站。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他在里面去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作家、这个学者、艺术家。他们对人生的论述，他们对于美的论述，对于怎么更好的过完这一生的各种各样的论述，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就简直是打开就关就不会再关上的那种程度，所以在这呢也顺带推荐给大家。好，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不断的去调整更新你的这个媒体食谱，因为每个人食谱呢都不会是这个一直保持不变的，那。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去留意那些让你感到获得了新信息、新角度的可信的新的信息源，这样呢，你就可以不断的去扩充，同时你也可以去去掉那些让你觉得哇，没有什么信息增量了，对于我来说是老的东西，那这些信源你其实也可以去去掉的，然后呢，你去进行定期的整理和维护。好，那就是这5点呢，就是我想分享的，它这个去健康饮食的，获取这种脑子的饮食的。这样5个原则，接下来呢，我就去讲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案例以及一些具体的方法了。那我把它呢，首先称为我们要去选择餐厅，了解厨师，对吧？我们就还是以吃为比喻，那我们要知道去什么样的餐厅好。我觉得实际上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尽量的去了解内容生产的它样一个机构和过程。所以前段时间，这个国内它开展了一个叫做"透明厨房"或者叫"明厨明灶"的这么一个行动啊，它其实就是因为要解决食品卫生问题。一个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安装更多的监控摄像头，让你能看到这些厨师们都在干嘛，对吧？就你能看到他，他可能他知道自己在被看着，应该也就不会去搞一些地沟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吧。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其实增加透明度。
是一个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让你去提高自身的这样一个内容质量的方法。那对于读者来说，实际上是让你去了解说，哎，你这道菜是这么做出来的。那我知道了之后，实际上我选择起来其实也就更放心了，对吧？所以我其实推荐，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记者各种主动发布的这种所谓的后厨机密了。那之前听过我讲座的朋友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后台这一套书的。南方周末之前出的，可惜后来就不再出了，这套书也已经基本上绝版了，可能在孔夫子网上还有的卖。那这里面就是记者主动在说他们是怎么做报道的。我觉得了解一下这些，对你去选择媒体的信息真的非常有用，因为你对吧？当你做过厨师，那你去选择好的餐厅，那会容易很多。现在这种写记者手记的越来越少了，同时呢，我刚才说到生产内容的人也已经变了，对吧？很多都不是记者在生产了，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你可以去关注四维公社、三生等等啊，有一些公号是专门报道内容产业的，那你其实就会知道，比如说刚才这个农夫自媒体，实际上就是四维公社报道出来的。你通过对这种内容产业的报道，你就会能了解这个产业怎么运转的，这些厨房怎么运转的。那你这种啊选择的起来的这样一种难度呢，就会降低。那再比如说，这个啊 GQ 杂志的这个记者熊刘敏啊，他的网名叫熊阿姨，她其实写了一批对于数字产业的这个报道，包括大数据产业，包括直播，对吧？这个关于李佳琦的报道，关于他最近的是啊，也有这个啊，关于这个怎么去在抖音上面迅速制造网红的这样一系列的报道，我觉得他的这些报道对我来说，对我从观察业界或者做学术研究来说都非常有帮助。我觉得对大家去选择去判断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电子这种数字平台上看到的东西也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启发。所以呢，这是我觉得希望大家，或者是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尽量多去认识一些记者朋友吧，多去认识这个。是这个活的记者朋友，对于你们去更好的选择媒体也很有帮助。那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记住好的厨师。看文章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去留意作者的这个名字和简介了，就是刚才说到的，像教育背景啊、供职单位啊等等。那读完一篇好的文章呢，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这个记者或者作者的名字，你可以去关注他的推特等等的社交媒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最厉害的食客都不光是选餐厅了，他可能都知道在一个餐厅里面去选一个具体的厨师来做一道菜，所以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则。我在这还想讲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挑选餐厅，对吧？但问题是现在很多餐厅，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现在的这个媒体，现在这个平台，基本上都是一个大杂烩。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除非你是直接去订阅 newsletter，直接去这个去访问媒体的网站，你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所以可能有些人会想问我说，那或许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通过这些平台获取信息，通过微信朋友圈，通过微博今日头条获取信息，是一件值得这个提倡的好事情吗？或者是说是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或者你们想问我？我会不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呢？对吧？那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要分清楚你去获取信息的几个方式，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直接订阅，你去直接去看一个网站，或者你直接听一个播客，你直接订一个 newsletter，那基本上它靠的是你自己的判断力和经验。我选择订阅你，我选择去报刊亭买某一个报纸，对吧？那就靠你自己。如果你通过社交媒体呢？如果你通过朋友圈？那依靠的是你朋友的判断力，对吧？因为你在朋友圈看到的都是你的朋友、你的亲友分享出来的文章。如果他们分享出来的文章好的话，那你的朋友圈质量也就好。如果你的朋友判断力不行的话，那你朋友圈也就没什么好看的。那所以呢，我在想说的是，我的朋友圈，我有时候会看我的朋友圈的，会看一看，但是人太多根本看不过来，随便看一看。那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相信我加的这些朋友的这些判断力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要看清它背后到底是谁在为你筛选内容。但如果你是通过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功能的话呢，比如说你通过今日头条来获取内容，那你依靠的就是全部用户的判断力和算法推荐你的兴趣。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怎么说呢？就是全部用户判断力是因为在今日头条的算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那就是你一篇内容发表出来，
它会先随机的推给，比如说1000个、1万个用户，随机的推，然后看这1000、1万个人有没有打开。如果打开人多，它就再给它推到10万人、100万人；如果打开的还是很多，它再推到所有人。所以这里面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被算法推送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由那1000个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决定的。所以也其实也就是今日头条的平均用户水平决定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是算法推断你会对什么感兴趣了，那你就要看你这个算法是否对你的一个兴趣判断的准，以及你是否真的只想看你兴趣范围内的内容了。所以我觉得去看清了这背后基本的这个逻辑，到底是谁为你筛选之后，你就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了。你到底依靠自己，还是依靠朋友，还是依靠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去讨厌今日头条这样的 app 呢？它实际上是因为今日头条的推送代表的是中国人的这样一个平均的判断力了，而且呢，它实际上是不附带任何的这种引导的、启蒙的这个意图的。我说的今日头条，它不附带这样的意图，因为它只负责把代表中国平均判断力的东西推给所有人，然后这样就它就可以去最大化的。打开这个最大化的去把它的数据实现最大化，让打开的人变得最多。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今日头条的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好，那接下来呢，就像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我喜欢的几家餐厅吧。这个呢，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的这样一个趣味在里面了。然后呢，它是一个根据我之前说到这些原则来进行了一些筛选。首先，我想说的是。英文世界的优质信息显著多于中文世界，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强调大家多看英文的。这里面大家不要害怕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实际上只要你有大学四六级的水平，你去看英文，你都能在英文世界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优质信息。这个比你在中文世界里面苦苦找寻会好很多。当然了，我也理解，就是说中文毕竟看起来对于我们来说快很多。所以呢，我自己也会看中文了，对吧？那我看的中文呢，就包括我会看端传媒，那我会看看自己的朋友圈，对吧？但是呢，这个好的微信号是一个个的被封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朋友圈里真的没什么好看了，都已经非常乏善可陈了。然后当然是 Matters 可以看一看，对吧？然后呢，这除了这些中文之外，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了。那在这些英文世界里面呢？首先，主流的媒体我就不想多说了，像《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纽约客》这些非常主流的。然后《卫报》呢，放在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前面几个其实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付费墙的，但是《卫报》是免费的，是一个很良心的这样一个英国的，它也是一个非盈利的媒体，实际上，所以呢，有时候会以《卫报》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然后《大西洋月刊》在一些非常深度的报道，特别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报道方面是非常厉害的。这就是我经常看的几家这个美国的这个英文的这样一个英文世界里面这个主流媒体。接下来推荐一些不太主流的。这个 Vox 已经算比较主流的了。我刚才说到了，它的特点呢就是要做这个 explained，就是 explainer，它讲就是这种解释性报道。那它既有这个文字，也有 YouTube 视频，它的 YouTube 频道也很好看。然后呢？他也有跟这个 Netflix 有合作，出了一套这种剧集，也是做这个解释性报道的。然后呢，他也做了这个播客。他同时他最近还做了一个叫 Explain for Kids，就是给小孩看的解释的。我觉得其实作为不是美国人的这个母语不是英文的人来看，看一看给小孩看的也挺好的。所以呢，我自己在去。发生一个事情，我想迅速了解一个事情，我就会怎么办呢？比如说，TikTok 对吧？TikTok 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我想迅速了解怎么办，我就会在 Google 里面搜索。我会怎么搜呢？我会去输入 TikTok，然后会加入一个语法，叫做 site 冒号 vox.com，就是我指定在 vox.com 这个网站里面去搜索。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经常用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太了解的事情，我就去找 Vox 有没有做过解释性报道。因为只要他做了，我基本上就能保证我打开看，哦，我看了一篇，基本上就了解怎么回事儿。而且他会把重要的这个链接，他都会链接到原文上面，那我都会通过它扩展了很多。用学术的比喻来说，就是说他会做很好的文献综述吧，他会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都会做得很好的这样文献综述。对哈，谢谢有朋友把这个语法打在了这个聊天界面里面。
刚才有人问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华尔街日报》对，当然也是非常好的。我自己没有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付费墙比较高，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内容。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倾向性会比较偏保守派了，对，所以我自己会更倾向这个左派的这个媒体。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质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我现在讲一些比较非主流的，一个是这个 The Conversation，就是一个，由学者来去写的，去解释新闻的这样一个这个媒体。那大家能看到下面它叫 Academic Rigor，就是说它是一种学术性质的这样一个严谨，但同时呢，它又有新闻的这种魅力、洞察力吧？对，所以呢，这个网站实际上都是一些比较短的文章，都可以很快的看完，但它背后确实都是有一些学术作为积淀的，所以这个网站的这个内容往往是挺好看的。然后呢，就是这个 Eon 呢是一个偏这种可以叫做智性吧，intellectual，偏这种思想性质的这样一个网站，它不会特别跟时事，我刚才说的 the conversation，它会跟一些时事，但是 Eon 不会太跟时事啊，这个跟确实跟那个超市是一样的名字，永旺超市是吧？然后，这个用这个网站上的这些文章呢，都会是读起来都会是让您，其实就是会比较知性吧，智性的这个文章。那我会非常有时候觉得没有事情的时候会打开看一下，会给你的脑子带来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启发。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但它的文章会稍微长一点，会比 The Conversation 长一点，所以也会稍微更加难读一点。但是我觉得它的网站设计啊，什么给人感觉都挺好的，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啊，然后 Gates Notes 对吧？刚才推荐了比尔盖茨，像比尔盖茨有自己的网站，他同时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会跟大家说他看了什么书，然后呢会做一个推荐的理由。所以呢，其实他推荐的书，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一些书。所以呢，我也会觉得他的网站也值得一看。啊，然后下面这个叫做 Made in China Journal，大家去搜 Made in China，一定要加上 Journal 这个词才能搜得到，要不你找出来都是中国制造的东西了。那 Made in China Journal 呢，它是一群这个也是一群学者做的，它是专门关注中国议题的。但是呢，它的这样一个文章就不是像学术论文那么难读，它的文章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又比论文要好读很多。同时，它的分析呢又比一般媒体的分析要深入很多。所以对我来说是经常看一看它上面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那 Made in China Journal 它是关注中国或者关注中国大陆议题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接下来我想推荐两个，在倾向性来看都跟 Made in China 差不多的两个，都是偏左翼的这个网站，一个是关注香港的，一个是关注台湾的，一个叫流散，一个叫破土。那这两个网站呢，实际上都是最近好像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吧，有篇文章，它都专门介绍了这两个网站，它会认为这两个网站是代表一种新型的这样一种国际报道。那这样一种国际报道，它背后代表的是一种不以国别为这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切入口，而是更强调你去本。既是本土的，你去深度扎根于本土，同时又强调国际性的连结的这样一个倾向的。那这两个网站，我觉得上面的文章也挺有启发的。啊，我刚才说到了，我现在推荐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趣味，所以没有什么保守派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大家完全都可以自己去探索。我只是跟大家推荐一下我喜欢的餐厅，这个只是代表个人口味。下面给大家，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视频，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Jubilee。啊，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人看过这个 YouTube 频道，我非常喜欢。大家看他的这样一个口号叫做 "Embrace Empathy"，它其实就是它的宗旨就是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它怎么做呢？它就是靠把不同的人拉到一起来。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 Middle Ground 的系列，那就是在两个非常极端的人中间找到，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共识，能不能找到一些中间地带？比如说这个，它就是把警察和示威者拉到一起，你们能不能通过互相的聊天，对彼此的了解认识，找到一些你们虽然还是观点很不一样，但是你们还是能找到一些共识，找到一些中间地带。那再比如说移民，在美国的移民和川普的支持者，
这显然是两个看上去完全这个不一样的人，但是把你们这两群人拉到一起，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共识的地方？通过对话，通过彼此的了解，对吧？这是他的一个我很喜欢的系列，他有很多很多的系列，他还有一个系列呢，叫做 Spectrum。那刚才说的是两种人，是不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人，能不能找到共同点？然后他 Spectrum 系列呢，指的是同一类人，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点？那大家看到这个上面的画面上有很多这个竖线，它就代表着好像你选择从最不同意到最同意，对吧？然后呢，他就问他们许多问题，看你同不同意，就会发现说，哎，就算是同一类人，他们的观点也很不一样。比如说叫 ex criminal 的，就是曾经犯罪的人，有前科的人，他们是不是都一样呢？他们是不是想起来都一样呢？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穆斯林，他是不是都认为是他的穆斯林的想法是不是都一样呢？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就是特别是对穆斯林有偏见的人，其实都应该看一看这个，看看穆斯林他们彼此之间有个什么样的认识。所以不管是在非常不一样的人，中间寻找共同点，还是在一群人中间，特别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人群中间，去看他们内部的多元性，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去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共情的这样一个设置。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一个频道。那有时候可能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也会打开他的这个视频看一看，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它不可避免是以美国中心视角的了，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公司。我其实也挺期待在中文世界里面有没有人能做一些这样的尝试，这样一些节目在这里面。好，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简单的说一下。最后就是所谓的，你选定了餐厅，你要点菜，对吧？你要去消化吸收这些菜，对吧？我就简单的说几个原则，一个呢就是这个杂食习惯，那就是说，其实我自己会很注意啊，就像健康饮食，你不能只是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再健康，你只是一样也是不够的，你需要去选择各种各样不同的内容，然后呢，以及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也会去了解一下这些视频啊，甚至说像 TikTok 上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我都会去看一下。想尽量的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去吸取各种各样多样性的这种信息，然后呢，大家在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快速浏览和深入阅读相结合的了，这样你才能保证很多东西才读得过来，对吧？你觉得有意思的，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你才会去深入的去阅读。然后呢，是不同场景下的信息吸收，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通勤的路上，你可能听播客更好，对吧？你在做饭的时候听播客更好，或者是你在很累的时候。你就看一些相对来说更轻松的，或者是视频性质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自己搭配的这样一个原则了。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兔子洞啊，兔子洞的这个魔力呢，指的是说，大家去看那些有很多外链的网站，这些外媒的网站，对吧？往往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说我通过里面打开了很多链接，通过新的链接打开之后，又打开了更新的链接，然后就打开了非常非常多几十个链接，都觉得好有意思，就在里面不停的看。然后都忘了最初我看的是哪篇文章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就像有人说的，看维基百科是这样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魔力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真的你很好吧？你觉得很好，你才会觉得哇，居然有这么多好东西，一下子被我找到了这么多，我都要看。当然了，这个里面我觉得其实也要适可而止了，因为要不然你就会被他们淹没的。所以我觉得兔子洞本身是个很好的东西，因为本身它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互联网可以把各种东西串起来这种能力。它也确实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去发现更多更好东西的一个方式。很多东西，很多我觉得很好的文章，都不是我一下子是我直接点开的，或者是我直接订阅的，或者是我的朋友直接发给我的，它可能都是我通过链接点出来的一篇好的文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视这样一个链接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对，最后呢，我想提一点就是说。笔记和输出，我们刚才说的其实都是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行输入了。那实际上，我觉得建立一套自己的这个笔记的这样一个系统，以及去做定期的输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存档与笔记方面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保存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文章，因为我们之后不管是写东西、讲东西，还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会用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啊，我找不到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呢，
用一些 app，像 Insight Paper 或者 Pocket 或者一个叫 Pin 的，这个 Pin 呢还是截屏推荐给我的，这个网站很小众的一个网站，都可以去保存一些你看到的好的文章。其实我觉得这些 app 其实应该需要有意识的去用起来。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呢，你不光是存了，你如果存了之后，就像有人说的所谓的数字松鼠病，你以为你存了你就学到了，你就记住了，其实没有，你需要去整理自己的笔记才行。所以呢，你看到真的是很好的、比较深度的文章，你也许可以去做一些笔记，啊，这就是刚才有人说到 Notion，确实，之前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笔记叫印象笔记，叫 Evernote，后来呢，这个最近一年有一个叫 Notion 的这个软件非常的火，成为很多人喜欢的笔记软件，我也试了一下，但是呢，我试了一下之后，我又被最近新出来了一个新的软件吸引了，叫做 Room Research，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任何人用 Room Research，我最近非常对这个软件非常的上瘾啊。这是一个可以帮你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个人知识系统的软件，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所以我就不展开了。但是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它的核心就是双向链接，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个 Matters 可以再组织一次关于这些笔记软件、个人知识系统、这些时间管理这方面的一些工具分享，我觉得也会非常有意思。好，然后呢，最后就是想说，输出是最好的输入方法了。那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完全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我自己之所以能记住一些东西，能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不停的写，不停的写公号的文章，写微博，写会员通讯，做视频等等等等。这个输出，你真的，你当你输出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的输入根本就不完整，很多地方我都还没看懂，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不得不去做更多的输入，去了解的更多。更系统，对吧？而且它能让你知道你到底了解了什么。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你写的东西写多了，你就会知道哪些信源真的对你来说最有用，哪些信源真的最靠谱。你会发现，哦，我们每次写东西，只要是引用了好的东西，它可能都是来自于少数那几家网站，对吧？那这些东西就成为我最喜欢的网站了，对吧？所以输出它也是一个能够去帮助你更好的判断一个网站它到底有没有信息增量。有没有这个能给你带来新的视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工具方法？啊，我的微公众号是什么？我的公众号现在没有了，叫新闻实验室了。大家可以在其他的这个渠道来关注我。好，这就是我的最后一张 PPT 了。最后呢，就是啊，我们接下来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那互动环节，我希望不光是你们问我问题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好的这个营养摄入的方法？你有没有优质的餐厅的推荐？你有哪些心得和建议？啊，这个优质餐厅当然指的是信息源了，当然你要真的推荐好吃的餐厅也可以。然后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去来，向我提问或者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在我和我保持联系呢，现在主要你可以在 Meta 上来找我，或者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面是我之前公号被封了之后给大家给我的一些有邮箱的人写的一封信。里面呢会有现在能找到我的各种各样的渠道，那我把这样一个链接看看能不能，贴在这里，然后贴在这个聊天界面里面，大家可以打开。哦，错了啊，我发给一个私信发给一个人了，所以我，OK，好了，发出来了。这个链接里面呢。里面会有一些啊，能看到我公号之前的内容，以及能够看到，我的一些其他的途径。好，那我就先讲到这儿吧。杰平还在吗？哇，笔记都整理了4页。刚才是有人说是在用 Room 来整理今天的笔记吗？感觉 Room，那你一定是对这个信息整理非常非常的有心得的一个人了。感觉截屏不知道去哪儿了。接下来我该回答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先看一下大家聊天吧。我来喝点水，大家先看一下大家自己聊天吧。Room 还没有 App，
必须到他的网站上去。哎，大家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不好意思，我有可点以可以吵。可以。那个，可成，我就直接说提问了，因为我们积累了特别多的问题。OK。还是你要怎么样？先有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不？没有没有没有，你就说吧，或者你要回应一下也行啊，你先。我没事，我根据那个提问来回应吧，因为我看见那个后台大家都在推荐端的app，觉得非常感动。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听众在中间有的环节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到一个人，因为你今天其实一整个非常精彩和实用的美食推荐嘛，然后我们很多同事也都在不停地抄笔记，各种餐厅指南这样的工具之类。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一个人一直吃一个厨师的餐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想听听你的答案。对对对，会。其实可能我后面那个杂食的那张 PPT，其实就回应了他的问题吧。我当然觉得说，你再好的厨师，再好的餐厅，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在吃它。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对头条啊、对抖音啊、TikTok 之间这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偏见在里面的。比如说，我知道在美国，虽然说现在美国要禁 TikTok，但是我知道像华盛顿邮报、像 NPR 这样的非常好的严肃媒体，他们都在实验怎么在 TikTok 上面去做东西。所以，就算是在这种新的平台上面，我也非常有兴趣去了解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当然，现在香港用不了 TikTok，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所以我只想说，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其实应该吸取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啊，各种各样不同作者，然后背景形式的这样的内容，尽量的杂食吧。包括有人刚才说我怎么没有推荐保守派的东西，那我觉得是，我是应该更吸收一些保守派的东西。但是说老实话，就是保守派的媒体，好的媒体会相对来说少一点。也期待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也都可以。除了大家能讲出来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之外，其实真的比较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因为也今天讲到保守派、自由派，然后我也看到评论里面挺多的争论的，然后有人问到底怎么样去区别媒体的政治光谱的位置和媒体的可信度，怎么样去避免只认同一种政治倾向的媒体作为信源？那主要就是，除了因为你给了很多很具体的名单嘛，但如果我想要自己去区别一个媒体的政治光谱位置和可信度的话，应该怎么用哪些indicator 能看到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媒体是很有名的话，你基本上通过搜它的维基百科词条，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对它的介绍，你就能知道它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我们都是在现在说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语境了。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做 Media Bias Chart 的东西，也是这个很有帮助的。我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我之前在我的外媒课上也分享过，它就是来 rate，就是来分享，来去给这些评分的啊，大家能看到吧？这个其实，这个你搜 media bias chart 就能搜到这样一个图，它里面列出来很多左右，然后上下是它的这种可能说是可以说是质量吧，或者是中，或者说是这种对事实的这样一种可靠程度，所以基本上能看到，从这个图上能看到。基本上是越中立的质量越高，这肯定是的。你如果是最保守、最激进的，这些都是质量不高的。所以这里面基本上也能找到各种各样常见的媒体都能在里面找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通过自己去找维基百科，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再通过这样一个资料去这个资料性的网站去里面去寻找就可以了。对，这、就是一个5.0的版本了。对，这、就是一个互动版本的，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搜索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呢，如果你真的非常介意你自己的这个日常是获取的这个信息是不是都是一个派别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 All Sides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这个浏览器，对吧？这个网站它就会把，比如说，这还是很美国中心的网站啊。这个比如说这篇它有来自一个新闻出现了，然后呢有来自两个右翼的和一个中间的。那下面呢这个川普这个说的话，那他说我们会有这个年底之前会有这个疫苗，然后呢来自中间的媒体怎么报道的，来自右派的媒体怎么报道的，然后来自左派媒体怎么报道的，你都可以自己看一遍。所以你如果自己真的特别想在意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很好的利用 Allside 这个网站，当然它也。就还是美国中心，英文中心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唉，想到我们中文的这个环境，真的觉得好可悲呀。有人刚好在问有没有中文的保守派媒体推荐。我英文的都没有，中文的就更没有了。有人在聊天室分享了乌有之乡，认真的吗？对，好像确实是，也许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博客吧，但我也没有想到，好像真的质量比较稳定的保守派。也可能也要看怎么定义保守派，对不左宝还对？对，是右宝？太复杂了。对对对，因为我想到一个有点不相干的，大家如果关注香港问题的话，其实之前有人问我推荐过香港的建制派的代表人物。我通常都会推荐大家去看曾玉成的专栏。就是对，算是比较，其实至少比较逻辑上比较 make sense 吧，就不管他的政治动机如何，但至少是一个蛮代表香港建制派声音，但是逻辑上又能够自洽的这么一个，文笔其实也相当好的这么一个，香港协理法会主席这样，对，但其他的，对，可能真的有一点困难。那个也有朋友问到，有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说到。如果想给老爸的手机偷偷翻墙，安装这个资讯的 app，然后我老爸并不是一个强健的国家主义者，但是又觉得一开始不要让他太刺激，太挑战他的价值观，有没有哪个 app 可以推荐，就是为这一类的需求？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真的很多人翻了墙之后，看到的是一些什么法轮功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反而会觉得哇，墙外就是这些东西，反而会觉得说，那可能墙内东西才是更可信的吧，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墙外的可信的东西，这种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点吧，在一定程度来说，我觉得其实我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个端传媒了。如果是这个墙外的，又相对是比较适合大陆读者的这种口味去接受的话，对，其他的还有啥吗？截屏你能想到啥吗？《纽约时报》中文网，对，对，《纽约时报》中文网也挺好的，这些外媒的中文网也还可以，可以看一下。对，没错，就是基本上，其实端当然是强烈推荐啦，对，而且端创办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也就是不得不说，就还是很可能外媒的中文网或者是端，台湾也许报道者就是，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但刚才有一个问题，其实有点相关。是说，付费墙就想问可昌老师怎么看付费墙这件事情？就说如果付费墙一方面是能够解决，商业模式的困境，就是因为在广告模式示威之后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但另一方面它会加剧媒体的偏向性跟回音壁效应。那你也看到，我们也看到很多好的优质的媒体都在采用付费墙的方式。那付费墙会不会有这个回音壁的效应？这个会不会影响反过来长期让它变成一个不那么可信的媒体，或者是不那么多元的媒体？这个你怎么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是想准备做一个研究的问题，所以在做这个研究之前，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在这里了。那我是觉得，就可能这个中间的逻辑关系没有那么的直接，没有是说
付费墙会导致就越来越集中一个目标的受众，然后就越来越缩窄。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中间可能是蛮复杂的，确实有这个倾向。但另外倾向就在于是说，付费墙当然是希望付费的人越多越好。所以在这个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其实付费又是希望能够去笼络更多的读者，是更希望能够把自己强烈的倾向性藏住，这样我才能去获得更多的付费于订阅用户，对吧？所以我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又不是那种真的会走得越来越极端的，反而可能会走得越来越中间派。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到底会怎样，其实还是蛮复杂的。我觉得可能跟一开始的，而且跟里面具体的每一个具体操作的人也很有关系，跟你的主编是谁，跟你的这样一个用户会员运营团队的人，他的思路也有关系。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对，然后另外我觉得回到可成今天分享的整个的精神，就是我们本来就也不应该依赖某一个媒体去提供全面多元的价值。就事实上，我们要做到信息自主的话，其实建立就是所谓建立自己的媒体食谱，现在是平衡这一点。那就算它付费墙之后有一个同温层，有一个某一种特定的价值立场，其实你就是关注三四家这样的作为你自己的平衡也就 OK 了。你只要确保它提供的内容是真实的、可信的、有信誉的，其实也就我觉得基本上其实已经达到你的要求了，对吧？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对对对，我想借这个再说一句，就是说，那不可能付费墙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能暂时的性的让那些最顶尖的媒体能够活下来，甚至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它对于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整个优质信息生产没有人支持的这个问题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找到新的方法去让这个新闻业能够活下来，能让这些记者能够留住，能够吃饱饭，能够有钱去做很深入的调查报道，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在美国、在欧洲，包括在台湾，都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在支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又变成了一个无解的事情，因为基金会不会去切入这种带有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对，所以，但是新的东西怎么解决，对吧？甚至有人会觉得，你如果从一个非常极端的、稍微极端一点的这样一个想法来看的话，我刚才说到的平台，既然平台是导致这个的问题的很大的原因，而平台又赚到了很多钱，那是否应该强制平台给钱给媒体，给一大笔钱给一个国家的媒体来支持媒体？是否应该强制要求 Facebook、微信这些 Twitter？全部来交一笔新闻税，交给这个媒体。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或许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但是不是不可以讨论的这样一个方向吧。但是总之，我觉得要分析它背后的这个原因，才能找到这个解法。对，这个挺有趣的，因为基本上，其实如果你看，传统的民族国家，像那个，英国，就是传统的民族民主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都有自己的公营电视台嘛，BBC 也好，PBS 也好等等。那其实 Facebook 也好，这样的超级 Google 这样的超级大平台，其实早就是一个在虚拟世界上的国家了，他们有自己的封闭的这个护城河体系，然后有会员的用户身份系统，其实有自己的 identity 等等。它那理论上，它作为一个国家要去维系它的公共园地，其实它拨出财政预算来做新闻的支持，更不要讲它已经免费的用了这么多的内容了，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对。对，但是现在其实很多像 Google 这样的巨头也在出一些钱来帮助媒体了，对吧？是的，对，没错。那个正好讲到平台，有朋友问到说你怎么看 Telegram Channel 的运营？就是说，比如说白俄罗斯最近是自媒体是通过Telegram 来传播消息的。那当然之前，其实很多社会运动，香港就是很多比较剧烈变化的这个社会运动，都会用这个方式来传播消息，而且很多媒体其实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加入进去，把 Telegram Channel 作为一个分发渠道。
想问一下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来说，我觉得 Telegram 作为一个渠道，它可能有点介于直接渠道和平台之间吧。它的平台属性没有那么强，就是说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这个媒体和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接到达受众的，没有太多的算法、社交这种干预在里面的。但是同时它又不是纯粹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平台的特征在里面，比如说它的这样一个。比如它的开放性吧，它的开放性会比微信什么之类的好多了，对吧？你的这种链接呀，这种开放接口啊什么之类的要好多了，但是它还是没法做到像 email 或者像 web 那么完全的开放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但是我如果我们想去判断 Telegram 上的信息的这样一个质量、真实性、可靠性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具体的原则，你还是得去看这里面具体的这个它具体到底是这个直接是出处是哪里，然后以及它的这些信息，它是否有增量，它是否有一手的信源等等，以及它是否能够提供链接，链接到这些原始的东西，我觉得就还是得用这些原则来进行判断吧。对，没错。然后另外有一个朋友问到，因为你刚才也推荐了一些 YouTube，他说到说，我认为虽然视频能够调动更多的感官，但是视频的效率比阅读要低很多，且不利于主动思考。请问您如何看待视频媒体音频跟视频，然后文字这三种媒介吧？大概对这种信息传递各有什么优势？这个其实也是作为一蛮个，核心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对。这位朋友刚才的问题的描述，实际上就有点像《娱乐至死》这本书里面这个写的了。就是《娱乐至死》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电视这种媒体本来本质上就是娱乐的，就是不利于这种严肃信息传播的，就是比这个文字媒体要糟糕很多的，就是破坏公共生活的。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大。或者是怎么说呢？他只是把一部分的问题放大了，他也没有意识到中间他也可能有好的地方，比如说视频类的这种传播，实际上真的会让很多东西变得更加的直观。我觉得 Vox 的那些解释性报道，那些视频真的你，它的这种传播效果，它把一个事情解释的透彻程度，你去借助好的视觉音频，真的能够起到比文字更好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式，而且它真的是适合不同的场景的，就像我说的。你在通勤的时候，你在做饭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看文字的，包括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真的一边吃饭一边去看文字，然后还不停地往下滑，对吧？那当然是放一个这个视频比较好。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可以从绝对意义上说哪一种这个媒介形态就比另一种媒介形态好，或者说哪一种媒介形态它就是根本上来说就不适合用于做严肃的内容，做什么样的内容的，我觉得。我不希望做这种很本质主义的这样一个判断吧，它还是跟很多具体的这种具体的语境是有关系的，它也跟你能否最好的发挥这些视频，比如说视频吧，你能否最好的发挥视频的这样一种优势，同时避免它的这样一个劣势，我觉得很有关系。比如说，要我来说视频媒体的话，我觉得视频媒体不好的一个东西就在于是说，它没法加入链接，对吧？所以你一个人在里面说的话。比如说，我做过视频，我知道我其实很希望在里面加链接的。我想说，当我提到一个什么的时候，我想提供一个链接，你点进去你就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没有。所以实际上，视频是一个更容易去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地方。实际上，因为本身它已经包装成一个视频在这里了，你没有办法插入什么东西了，你也很难再把里面的东西提取出来去做一个验证、考证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它本身的弱点，但是其实这个是都可以去解决的。比如 YouTube，它其实让你可以在特定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插入链接的，在右上角出现一个小的按钮，你是可以跳出去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怎么去发挥它的优势吧。那从效率上来说，这位朋友一开始问的是效率，对吧？那效率上来说，确实就是说，你如果是非常重视效率的人，那你可能是去认真的去看文字是最高效率的。那像音频什么之类的，会效率比较慢，但是。这个播客它有一个是有不同的场景，另外一方面，播客能够让你去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它能够更多的去增加你的这样一种共情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所以我还是更希望是说，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媒介不同的这样一个优势所在，然后更好的去用好它。对，我特别同意可成说的这个，我也想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其实不同的媒介吧，它的特性很不一样，但是说实话，对于在这个媒介上去生产内容的人来说，它的这种特性的优势跟劣势，怎么讲呢？就是说，除非你把这个你要生产的那个内容已经生产到尽了，你才能看得出那个优势跟劣势。我觉得有点像是拿举一个可能不一定很恰当的比喻，就是，播客也好，视频也好，文字也好，有点像是这些媒介的天赋一样。但是对很多对普通读者来接收者来说，其实这个内容制作人只要努力，还没有到拼天赋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只要努力的把故事讲清楚，根本你还用不到那个媒介的天花板。大部分的情况是你把该讲的事情没讲清楚，你不管用视频、播客还是文字都没讲清楚，对，所以就是还用不到那个天赋。但真的要用的话，就像可成说的，我也会在吃饭的时候看，我会在吃饭的时候看《爱国者法案》啊，或者看新闻脱口秀。那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美国的议题，我如果不是看这个，我其实很难一下子进入某一个议题的比较深的情境。那它中间做的大，引用了大量的新闻跟数据表格。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索引，我会在吃完饭之后再去找它具体的内容等等。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文字很难去承担的地方。那当然，对视频来说，可能对讲故事来说，视频虽然是可能能提供最好的现场感，但现实就是很多故事是拍不到画面的。那你会去依赖文字，就是你会依赖当事人的很多当事人的口述去拼贴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用文字来做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用视频来做，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规模，那可能是10倍、100倍、1000倍的这个预算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对一个信息接收者来说，文字就变成一个，其实你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这样的故事。对，但总的来说，其实还取决于 storyteller 本身的能力嘛，对吧？所以还用不到这个天赋的部分。对，对，然后方可成老师自己是常年的 UP 主，对吧 ？B 站 UP 主跟，没而有且现常年，在这很，也就做了2年而已，对对对，相对于很多传统媒体来说，已经是走得很前了。对对，我相信，其实就像大家如果看方老师的这个视频节目一样的，就你并不会觉得视频限制了他的让他视频让他的逻辑变得更简单了，并没有。那实际上，就像大家听这个课一样，仍然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这个输出信息输出者的这个能力吧。对，然后有一个可能也有一点相关，就是如果说到信息输出者，他说你讲到鉴别信息可靠性的最简单方法是判别信源，那有没有什么依赖文章本身来判断可信度的方法呢？就是假设我就是。不是通过判断这个信息来自哪里，而是我看了文章内容，我怎么样建立起一个评判标准？对，就这个是好是坏，下次我还应不应该信任这个信息来源？对，首先想说，这个你去通过文字内容判断真的是很低效的。这个之前是有学者做过研究的，就是你基本上想通过这个它的内容去判断，你的失误率是很高，然后效率很低的，是不推荐你这么做的。当然，如果你说你一定要这么做，那就是我刚才其实也说了一点了。那比如说，我就去找，就好像你需要做一个很深入的阅读理解，你要去把里面的拆出来，你要尽量把一篇文章里面的信源拆出来，你去具体的去研究它里面信源有哪些，哪些是他直接采访到的，哪些是他引用的，一手信息占的比例有多少，然后他引用的这些是不是指向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这样一个信源，还是引用了一个不靠谱的信源？那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你可以去判断一些，比如说有没有用标题党啦，有没有用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非常煽动性的这些语言呢？啊，当然这个其实你越是涉及到这方面，就越容易走得比较主观了。
所以我个人还是更看重，就是你如果不看整体的信源，那你就看里面具体的信源，看一篇文章里面具体出来说话的人是谁，看他有没有去说一些话，就没有给任何证据，就直接说了一些东西，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这样一个来源什么之类的，或者给的来源只是一个不知道哪儿的来源，或者只是个截图，对吧？你一个截图为来源，实际上是微信公号非常喜欢干的事情，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没法加链接，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差的事情，你只能，但是截图是太容易伪造了，对吧？就是这种东西都会影响我对一篇文章的这个判断了。对，我也挺同意，就是靠文章本身来判断是个，我其实当然不是不行，但也不是特别容易能总结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我觉得，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大体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建立起自己对内容的判断标准挺重要的。比如对我来说，我如果看到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我对这个非常个人了，就是写作者自己的ego 过大的文章，我其实通常就会对，就是如果这个记者，你觉得他在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论述，讲一个分析，但是实际上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讲，他是怎么跟那个人，这个就是他的被采访对象怎么看中他本人，然后他问出了一个多么牛逼的问题，等等等等，就之类的吧。就是对我来说，这个记者 ego 太大的时候，我就会本能的不信任这样的记者写的大部分的文章，我会觉得他的视角是有偏颇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会默默的记住这个记者的名字，然后把他在我的这里的评级往下调，大概从5星调到3星之类的。我下次再看见他的文章的时候，我就会增加一些警惕性。就但这个是很直觉的，我并不需要很复杂的过程来训练这些。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来说可欣赏和不欣赏、可接受跟不可接受的这种判断文章的标准吧。我就觉得就是记得你可能留意一下出处，尤其是这个作者，然后你事后去记得调整这个评级，可能这个比较重要。对。对对对，就保持对，一个然后动另态外，吧。对，保持你这个名单一直在更新这样。另外有朋友问到也很切近现实啦，就是说，你怎么看短期之内香港的媒体的动向会不会被中资控制，并且控制言论空间？这个不知道，这个截屏肯定能比我回答的更好了。我是觉得。不会那么直接，那么快吧？那比如说，我看到刚才其实挺多人在说《南华早报》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最近，其实之前我看到一篇写《南华早报》的文章，基本上这个里面就是说，就是你说马云在里面他做了非这种很精细的管理，去毙掉某篇文章这种，这真的是比较基本上不会发生的了。但是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编辑层面可能会有人去，这个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编辑层面，它倾向一个保守化，对吧？然后就跟记者层面产生比较多的冲突，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变化都会是一个逐渐的发生的一个过程，不会是一个特别剧烈的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就跟香港整体的变化，我觉得也一样。虽然说这个法案的。推出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事情，非常突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要给，说白了就是要让香港变成大陆，我不觉得是一夜之间能够完成的事情，它是需要时间的。对，我对稍微对，可成已经把球怎么这种球都要抛给我呢，好难过。就我觉得，对我觉得刚刚那个朋友的问题挺有趣的，就是我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实际上如果要说中资的话，实际上香港的媒体不需要国安法，就是说，甚至不需要2014年的政治运动，2019年的政治运动，早在回归之后没太多久，香港的媒体其实绝大多数已经是中资的了。就是这个结构性的控制早就完成了，只有很少数的媒体不是，或者是说跟中资没有关系，或者是
不管是不是中资吧，因为中资只是某一种结构上的控制的隐性控制的方法，有很多种可以隐性控制媒体的方法。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000年之后，很多香港大概10几20家主要媒体的这个股权，最就大股东的这个变化，其实那个早在2003年之前，已经基本上就收编完成了。但是你看得到香港的媒体依然是一个非常呈现出一个非常自由跟言论自由跟绝大部分言论是有保障的状态。那当然，在业界的人会承认，就是这是一个逐渐逐渐收拢的过程，就是可能大家感受到的新闻编辑部实际上的这个红线是在慢慢慢慢的浮现的，但也不是在国安法之后，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说白了，这个从结构上收编的工作早就在做了，并不是现在这么 dramatic 发生的。那为什么香港媒体依然有一个基本的言论自由的品质？其实是因为有一大群专业，有专业精神的，媒体人，或者专业工作者吧，就是记者、编辑。摄影师、设计师等等，就是有一大群专业人士，然后这群专业人士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秉持的信念，他们加入从甚至到最高层的主编，其实都是由这个新闻专业主义训练出来的这一好几代人。那这些人的改变是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而且他们就像以前早年中国的南方周末一样，他会跟你去对抗这个隐形的红线。那所以在国安法之前，对媒体的控制只能是非常软性的，比如说控制资方，那可能控制广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到具体的，但新闻现场实际上是非常动态的，而且是来不及被控制的。你只要没有中宣部，只要没有禁令，其实是没有办法，一个记者就资方是很难约束你一个记者跑到现场去，在现场那个电光火石之间写回什么报道回来的。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像宣传部禁令这样的东西的话，所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就算媒体被收编了，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自媒体，非常多的公民记者，就说白了，在香港只要不断网，只要不是上网，没有要用 VPN， 其实是这控制媒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老实说。因为你把某一个报纸给的新闻性或者是说的给控制住了，但是可能有一下子会有几百个公民记者冒出来，那当然会让信息变得很混杂，但是那个真相并不是传不出去的。所以就是这也是个比喻吧，就是这种就像可成说的，香港的变化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因为整个公民社会的力量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强大跟深远的多。所以除非它的控制是从上到下非常精密的，从顶端到这个输出端，再到网络的这个连接入什么等等，全部一次性全部都到位。否则的话，只靠一条法律的威慑效果，不可能是有这样子的变化的啦。对，所以当然就我不否认这是一个会慢慢变坏的过程，但我觉得可贵的也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看到更多人更积极的在做事情。还有一个问题是讲到，等一下，不好意思，刚才跳掉了。对，有一个问题也是跟媒体有关的，是一个大学生在，他说自己是在国内就读的哲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然后希望本科毕业之后先去媒体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呢，想问一下你，如果作为一个非新闻相关专业的学生想去媒体工作，现在需要准备些什么？有什么建议吗？对，这是个经典问题，几乎所有讲座都会有人问，王老师回答一下。那你也被问很多了，对吧？你来，你来。等一下，我都没电了。等一下啊。好。现在看你耳机没电了是吧？对对对，现在听见吗？现在可以听，可以的。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其实新闻真的是一个不讲专业出身的这样一个行当，所以我之前的很多很好的记者同事都根本就没有学过一天新闻的，所以首先你就不要因为自己不是学这个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处于什么劣势，没有的。当然了，就是你也不可能天然就处于优势，对吧？那你怎么样才处于优势呢？首先你要真的是很喜欢看媒体，看大量的媒体，
特别是比如你要去实习的这家媒体，你当然肯定要去看了，然后以及对这个行业，对里面经典的媒体、经典的报道、经典的记者，这些都很有了解。这个是非常，这个功课是必须做的，因为你之后去做每一篇报道的时候，你也会去做类似的功课，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你就多去实践就好了。在你去媒体写文章之前，你就在 Meta 上来写文章，对吧？你在媒体输出之前，现在有太多的途径给你输出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只有这个博客这样一个途径，所以我写了很多的博客。但现在有太多的途径可以给你输出了，太多的形式给你去输出了，所以你完全都可以在去媒体实习之前，去锻炼自己的这种信息的这样一种输出的能力，因为输出能力必然会带动你去锻炼自己的输入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能去做好这些的话，我觉得去实习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对，我现在就是戴着一只耳机，用另一只。哦，对，好的，我们争取在9点半的时候结束哈，然后放你的这个耳机去充电。刚才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因为这位朋友也讲到说，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的工作建立一个多元的世界观等等。就像刚才可成说的，实际上，今天我们的其实我们做什么职业背后还是要看你想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嘛，然后这些需求其实是并不一定通过今天古老的这些职业分工来完成的，你可以自己去设定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需求的一个组合方案。比如说，我可以 working holiday 去其他国家做 NGO 啊，然后你可以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来满足自己的多元世界观，而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特别其实是很丰富的需求框定在一些古老的职业设定中间了。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教新闻系的学生的时候，被问到。在大陆的媒体工作，我其实都不会给太正面的建议。我觉得，可能或者是说，要准备去中国大陆媒体工作的朋友，可能要真的做好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吧。因为一个是这是一个，就是首先这是一个，整体上在商业模式上没有突破，所以很难留住人才的行业。所以变成说，你其实你这样一个很难留住人才的行业是挺。是挺难过的，在这个中间工作。如果在，就像在中国大陆，如果你又没有，怎么讲呢？就是又没有商业上的激励，又没有成就感上的激励，然后你可能还遇到还有很多的危险跟挫折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一个职场新人来说，是要真的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然的话，这个幻灭感会很强。因为你还跟在其他地方，比如说跟在香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香港现在这个媒体有点像是，90年代末的南方周末，对吧？你就基本上你还处在一个，努力的去抗争，通过这个专业行动去抗争出一条言论的底线，把言论底线推高。所以其实这个中间人在中间工作是充满了行动的成就感的。那也许没有太多商业上的回报，但行动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然后你的专业也有价值，能被社会认可。就是在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你真的要做好很好的心理准备才行。并不是说不鼓励啊，都如果有的话，当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当然非常好。但是就是这个可能落差也要调试这样。对。然后刚对，才但有是另另一外一方个，面，我觉得你我想说，补充一下，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是。现在你要在大陆做好的内容，做好的传播，你不一定真的需要在媒体里面了。我觉是得的，其是实的，就没是这错。种渠道也变得很多。我们从平时看到一些比较可好以的中独文立。信源，它也许不对。是媒体做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个 NGO 做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团体做的。刚才大家说到那个播客，有哪一个是媒体做的吗？有人问我听是什么的。播客，我听的这个播客是英文的播客比较多。那英文播客它特点是像 NPR 这样一种机构媒体广播电台做的，但是中文的播客就这都是小团队做的，做的挺好的呀。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性其实也变得更多了吧。是的，是的，没错。所以基本上，不需要通过。我觉得大家更应该追求的是说，如果你想要，比如说我想要长期记录某一个议题，我想要长期关注某一类的话题，我想要写故事，其实更应该关注、更应该做的是不是说进入某个机构，而是我怎么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小的创业机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跟人生。
划出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来就是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有充分的自媒体的平台渠道金牛的支持都能支持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更好的规划自己反而是更重要的。对，特别欢迎大家来 Matters 上写自己的那个，像就其实我们在那个，比如说我自己再多说两句，在那个疫情的时候，武汉尤其是从武汉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个很多年的媒体人，我其实特别感动的就是在 Matters 上看见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人，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但是写非常好的疫情的日记和笔记。他们写的笔记是从自己生活出发的，但也有些人会主动的去医院跟人聊天，去跟清洁工聊天等等。那写的绝对不比任何一个媒体的记者来的差，而且那个丰富的田野的那个素材其实是比很多媒体都做得好的。所以这个真的就特别靠自己了。对，然后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我总担心只看媒体报道类的文字的话，是不是会习惯陷入一种只是处于观点接收的状态？想问方可强老师，对于在吸收了各种资讯之后，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自我主动思考的习惯？这是个很好以及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你有这样的意识就挺好的了，说明你真的是很在意，是说你能不能形成自己的想法。我想提两点吧，一点就是说你可能是在对文章的选择上面，比如说我觉得去看一些真的能够不仅让你接收到观点，而且能够给你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的这样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是我更喜欢看的，我觉得也可能是对你来说更有启发的。那比如说我刚才推荐的那些网站里面，比如说像医用啊，或者像 Made in China Journal 啊，这样一些比较长一点，比较相对来说阅读难度大一点的文章，但是它能够给你一套，你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它讲一个具体的事情，但具体事情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看待世界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选择上面嘛，就不单纯去选择那些纯粹事实信息类的东西，而也去选择一些这种带有一种认识论的这样一些内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今天看到的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已经不是一个能出什么大的学者的年代了，因为人类主要的这些理论观点早已经都被说过了，就是所以我们每个人比如说我今天讲了很多话，但可能我讲的话别人也都早就说过了，我都是从这儿学一点，从那儿学一点。因为就没有什么太多真的是我原创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关系，对吧？你只是需要说你需要去借助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这些资源背后，然后你会去更加的用一套系统去整合它，逐渐的在整合的过程间逐渐的尝试去输出，然后输出的过程中间呢，你又会反过头来再去检查自己这个系统是否成立，对吧？通过这样一套的过程逐渐的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真的纯粹意义上的你原创的自己的观点就真的其实是没有的，只不过在于是说你是否能够从那些最你认为最好的资源那里吸取到最好的东西吧。杰婷有什么对补充？没有，我觉得那个这个问题本身是特别好的，就确实是产生这个问题其实就不用特别担心答案了，因为你这个问题会带着你寻找答案的。我自己的方法，我觉得我经常用一个空间比喻来形容，就是看资讯有点像我买书，然后那个但看书有点像我去给这些书搭一个书架就之类的吧，就是有点像是图书馆的这个书跟书架的关系。就是我每天摄入大量的这个资讯，香港在发生什么，台湾在发生什么，中国在发生什么，然后美国在发生什么，这些很多资讯也都是长篇报道，但这些东西到底在我脑中拼成了一个今天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些啥，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然后我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形成一个我自己的判断。从资讯到形成判断中间当然是不会这样就是很自然的就这样一下子过来的。我的方法是看书啦，我其实的方法是提炼出我大概会判断出自己喜欢或者是说关注哪一类的问题，那这些问题
积累的资讯多了以后，我其实会去找相关的书来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拿从香港到白俄罗斯这些，就是就会从去年到今年，其实非常还有那个Why Black Life Matters 这 Black Life Matter 这个运动，有非常多的大型的社会运动在爆发。那中间常常被人质疑的，或者常常被人提出争论的，就是这个中间的暴力事件吧，就怎么去评估运动者的暴力和这个权力的暴力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你说我要在这个事情上形成我的判断，我仅仅是看新闻是不够的，就是我只能有一些很直觉的、很道德，就是很本能的判断。但我也深深的知道这个现实状况的复杂，仅仅靠我一些很本能的，就是从小听大的那个小学书本上写的这些简单的道理是不足以去形成判断的。那我要去看书，我有去看类似于以暴力为主题的，其实很多书的分析就是去分析各种各样的暴力和社会运动吧，这两个主题的书会是我常常去找的去看的。这些书对我来说是帮助我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框架通常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是历史性的，一个是理论性的。所谓历史性的，就是说历史上有哪些类似的事情，你可以参考。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第一次了，就人类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在不停的重复跟演化的。那以前人们是怎么面对它的？然后不同的面对方式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有哪些是教训，血淋淋的教训？有哪些是经验？那你把这个今天的事情放回到一个历史脉络里去看，你会比较容易建立起这个框架，建立起这个判断。那这个框架通常是通过看长篇文章或者看书才能建立起来的，理论的那就更是了，就对，就是这种，对，到底我们到底怎么认识暴力，对吧？暴力如果我们不从一个半道德化的视角去看的话，暴力是推动很多社会进步的动力来的，那但它同时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伤害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认识从这之后的人们的和解、宽恕、转型正义等等的？就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A 跟 B 打架，就是能下得了这个判断的，这些都是要靠看书来完成的。那如果看了书之后，其实你会更知道怎么把日常接收到的这些海量的信息放到一个你自己建立起来的世界观的框架里去。这个对是的，我对的。的。其实你说的这一点，就是不光是看书、看长文章，还有一点很重要，其实就是你说的里面包括的，其实就是带着问题去阅读了。其实就我，其实这一点应该没加到我错。的这个 PPT 里面来的。其实就是你不光是说我订阅了什么，他给我每天看什么就看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去了解一个事情，我们因为去想一个问题想不通，我们才去找相关的东西的。其实这个也是蛮重是要的，的。对对，这个可以补充。对，这个实际上这才是最有效的信息摄取的方式，就是我在主动的寻找信息，而不是我在被信息所喂养。对对，当然也不可能说一直都是我，因为这种被动的接触，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聊天界面里面推荐了很多好的东西，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能够有给大家带来新的这种启发的这种内容的了，所以我就替 Meta 的做个广告吧，就是正是在的，进行征文，在希望大家到 Meta 上面特来别分好。享自己的这个媒体食谱，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看到大家总结。每天你们吸取的信息信源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彼此从中获得一些，找到一些，挖到一些宝藏吧。所以，特别是刚才已经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贴了挺多资源的朋友，把这个贴到 Meta 上面去吧。是的，是的，那太感谢了，可成把我的台词都说了。这，对，我接下来就想说呢，因为我自己其实看当时，因为我觉得可成当时做他的媒体食谱的这个专栏，其实也非常有趣，因为他会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分享，然后你会看到说，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当你就其实就像你如果去到一个人家里做客，然后我的习惯是会去看人家的书架，当然书架是个蛮隐私的，如果对方愿意给你看是很好的，因为你看他的书架，你就能看到他的世界观、他的问题意识、他关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怎么去选书。其实媒体食谱也是这样子的，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选择这个媒体的方式。今天可成讲的是一个比较有普遍性的，就作为一个公民吧，对吧？我要摄取对这个世界的相对比较可靠的资讯，应该看什么？但是你从每个不同的专业，或者是说你特别关注哪一个领域的问题，其实你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选择方法，然后你也会有一套自己的菜单，或者餐厅的名单。
然后那个名单其实就已经体现了你的某一种问题意识了。然后其实所以就像可成说的，输出是最佳的输入方法。如果大家特别特别希望，也欢迎大家来 Matters 可以分享自己的媒体食谱，一起增加就是可成现在已经有的这个20多期媒体食谱的这个名单哦。就假设我们每个人，然后你如果在写出自己的你常看的媒体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信息的列表，不一定是新闻媒体，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源，你能再做多加一两句讲讲原因，你是怎么挑出它的，或者是说你是怎么在万千媒体中间一眼看中它的，或者是说你怎么慢慢形成了就是什么样的问题驱动你去关注这一类的媒体，加多一两句原因，这些原因会体现出你的思考，其实这个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也能特别给人启发。所以对，欢迎大家关注 Matters 的这个征文，也会有奖金。对，然后在最后结束之前，就今天可能还有可能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一个是我们下一就是自由课，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课是这个讲座系列讲座的主题，到今天就是结束第4期，那我们就上半场就结束了，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从数据自主到情绪自主到资讯自主。今天可成其实也讲了，从信息自主开始其实是一个大前提，你才能做到前面说的这几项，因为你从人摄入的这个信息的健康开始是一个塑造我们的基本世界观的一个基本的开头，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后面的自主才得以成型。那后面就是刚才那个朋友问到，那我们吸入了大量的信息之后怎么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说的方法是读书哦，就是所谓的读书其实就是读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那 Matters 往后4场的讲座正正是想要回应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现在选择的书是比较能够回应这个不自由的时代的，所以我们的书的方向的选择大家也看得非常明显。那我们的接下来的4场分别会是大家应该有在看到我们同事在群组分享的名单，真的很黄金的阵容，所以特别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会在8月初的时候推出这个具体的时间表，因为现在还在跟各位老师去调。那分别是罗永生，香港的著名的学者罗永生带大家读哈维尔，陈建民带大家读《狱中书简》，那当然会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切入，那这也是他自己读了很多，他在自己坐牢之前其实读了很多的《狱中书简》来做心理建设，那他实际上坐牢之后对这些《狱中书简》又有了很 全新的认识。我听他讲过一些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有启发，而且是高浓度的有启发，那我也很期待他的这个演讲。那后面会是周宝松带大家读罗尔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在更或者是说对香港来说吧，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适合谈论正义这件事情的。然后是梁文道，就大家众望所归的梁文道读这个汉娜阿伦特，他会讲这个公共领域中的私人面孔。那这4场讲座的具体的时间我们会在9月初陆续的公布，那也特别请大家关注Matters 上 Matty 的这个账号 MATTY 是我们的管理员账号，也大家如果注册了会员的话也会收到我们的邮件通知。对，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就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可成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跟大家说的话吗？没有了，就是我们继续交流就好了。刚才有人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夜晚，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不光是我跟你们的交流，也是你们之间的交流。对，所以希望大家的交流，大家的互相的对好的信息的追寻和吸取都可以继续下去。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特别特别欢迎大家把今天讲座的感想或者是大家自己建立起来的资讯食谱分享到 Matters 来，我们让交流可以延续下去。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可成赶快去充电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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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